报告委员会现在开始继续开会啊。那我们今天呢，为什么临时更改议程？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台湾现在正在进行重要的总统跟立法委员的大选啊。那么离选举的时间已经很靠近了。教育部呢，在九月、十月的时候两度发函要求各县市政府还有各学校、各级学校要严守教育跟行政中立，而且不得动用行政资源支持或反对特定的党派。但是呢，近日来呢，发现这个教育部呢，还有这个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呢，在桃竹苗地区的各高中职举办相关的活动，引起了各界高度的争议。是否这种高度政治性的议题进入了校园，同时动用了行政资源？哎，你要给我。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教育部部长、行政院副秘书长、公务人员保障暨培训委员会、全序部、法务部、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等列席，就在选举期间维持校园行政中立、杜绝政治进入校园这个高度各界关切的议题来进行专案报告，并被质询。首先我们介绍在场的委员万美玲委员、陈培瑜委员。好，我们介绍与会的官员。教育部部长潘文忠部长，行政院政务副秘书长何佩珊副秘书长，行政院人权处及转型正义处处长赖俊照处长，公务人员保障暨培训委员会培训发展处处长宋迪阳处长，全序部政务次长朱南贤，全序部法规司副司长谢盈龙，法务部参事汪南君，法务部法制司副司长谢志明，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林丰正，司法院行政诉讼及惩戒厅法官陈彦玲。好，谢谢。那我们现在就请教育部潘部长进行报告，报告时间十分钟，请部长。主席、各位委员、李氏先生、各位民朋友，大家早。今天应邀列席贵委员会，针对维持校园行政中立、杜绝政治进入校园进行专案报告，敬请各位委员会以持续的指教跟支持。以下仅就教育部行政中立的立场，还有人权教育跟转型正义的推动，还有这一次向召集人所关心提到新竹高中所办理的这个教师专业发展研习工作坊的相关内容，来跟委员做简要的报告。那首先，教育部依据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以及教育基本法第六条等相关的规定，那么对于公务人员以及教育人员过往至今都是秉持要求中立原则，那么学校不得为特定的政治团体从事宣传或活动，那主管教育行政机关跟各级学校也不得强迫学校行政人员、教师及学生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跟团体。本部历年来也一致以这样的原则来要求所属各机关学校应该确实落实上开的规定。那近期也在9月22日、9月28日跟10月3日来发文提醒相关机关学校人员，在选举期间应依照上开的规定来办理，以确保依法行政及政治中立。那第二部分是针对有关人权教育及转型正义的推动。那么依据12年国民基本教育课程纲要总纲的规定，人权教育是19项重大的议题之一。那么为了加强学生对人权的意识了解、尊重、包容，探索尊重人类尊严及人性的行为法则，那么透过人权教育来促使社会成员能够意识到个人的尊严及尊重他人的重要性。那尤其要再加强在种族、
族群、宗教、语言、性别、群体等之间的相互了解、包容跟发展。那除了根据十二年国教课纲总纲的规范，那么教育部也依循国家转型正义教育行动纲领，那么提出来促进社会理解跟和解，国家体现人权价值的愿景，来推动人权教育跟转型正义融入教育的实务，以深化人权的理念跟价值。那么针对这个大家关注的这个个案，新竹中学的部分，我也来跟大家来做跟委员做一个报告。那么有关不当党产管理委员会，我们简称党产会它是行政院依法所设置的机关。那该委员会跟新竹中学来合办参与式剧场教师工作坊，那么在今年10月13日中午12点到20分到下午4点40分在校内科学馆一楼自主学习教室来办理。那活动总计4个小时。那该活动是以参与式的剧场角色扮演的方式来办理。那由党产会来邀请讲师就转型正义的教学活动意见进行交流跟分享，并进行参与式剧场活动后的座谈，是属于一般性的学校自行规划教师真人研习的工作坊。那该工作坊在实施计划里面有提出是依据本部112年6月20日112学年度高中职优质化辅助方案公文来办理。那主要在这里也跟委员报告，这个是我们支持各个学校常态化的高中职优质化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当中也包含各个面向，包含对课程的实施，包含对教师真人、学校特色发展等。那么所述的这个真人计划，就是在学校的这个子计划中有关探究与实作历史学的探究，一个真人的研习。那么这个是由学校依照这样的一个规划来办理这一次的社会领域教师社群真人的活动。那么在这个过去各校对于相关社群专业发展也都会有分享的概念。那么在这个过程啊，那么学校新竹中学也通知我们邻近的学校对有意愿的老师也可以来共同参与。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常态性的教师真人的活动。那所以呢也会依照相关的包含教师可以获得研习时数或是出席的学校如果能同意也可以获得公假。我想这个在过往也都是行之有年，也是属于学校为了推动了解教师在人权教育的真能，以及有利于对于人权教育落实的相关的例行的一个常态真能的活动。那么经了解本次工作坊相关研习的内容、方式、参与的人员以及该校自行规划教师真人研习等工作坊如刚才跟委员所报告的这个内容，那从这样的内容来了解跟参与的方式是以行政中立的原则无涉，也不是教育基本法第6条为特定政治团体从事宣传或活动，它纯粹就是一个学校教师专业真人的方式也是在一个人权教育落实这方面的一个做法。那本部将依12年国民基本教育课纲及国家转型正义教育行动纲领，持续推动各项人权教育与转型正义的议题，那么以深化自由民主的普世人权价值，进一步能够来团结社会、巩固民主，让台湾也不断的进步。那么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来持续给予支持跟指教。谢谢各位，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全叙部朱政务次长进行报告，报告时间5分钟。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本次专题报告呢，经针对维护校园行政中立、杜绝政治进入校园的部分呢，提出以下的报告：一、自为合理限制公务人员参与政治活动，使其依法行政、执行公正、政治中立，中立法于1998年6月10号奉总统公布实施，该法施行细则附经考试院11月同年11月13号订定发布。
中立法条文总共20条，主要是规范原则性的积极规范，原则性的积极规范，就政治事件之积极规范及效力规范，以及保障及克责的相关规定。若维持行政机关之公正形象，中立法第13条规定，各机关首长或主管人员以选举委员于会发布选举公日起至投票日止之选举活动，应禁止政党、共职候选人或其支持者之造访活动，并于办公活动场所之各出入口明显处所张贴禁止竞选活动之告示。委以公益学校系教育人员及学生为主体，且依教育基本法第6条规定，教育应本中立原则，学校不得为特定政治团体从事宣传或活动，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及学校亦不得强迫学校行政人员、教师及学生参与任何政治团体活动，是基于公教分途。中立法第13条系以机关构为规范范围，至有关校园内之行政中立事项，除依法任用之公人员、校长及兼行政职务之教师系分别适用准用中立法之外，于未兼行政职务之教师及其校园之行政中立事项与行政中立法无涉，系由教育主管机关依其相关规定而法规办理。以上报告进行指教，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林主任委员进行报告，报告时间2分钟。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今天应邀来参与维持校园行政中立，杜绝政治进入校园的专题报告。以下就本会与国立新竹高中办理参与式剧场教师工作坊党国体制与党产议题及活动后座谈仪式说明如下。本会依据党产条例成立之，是依据党产条例成立的行政机关，为了落实政府资讯公开，并且加强人民对转型正义及党产处理工作的理解，本会透过办理讲座、出版等方式，致力推动教育推广。又依据教育部在今年2月20日经核定颁布的《国家转型正义教育行动纲领》，鼓励学校发展转型正义、人权教育相关教材教案，因此，本会与新竹高中合办本活动，透过教学活动意见的交流分享，鼓励教师思考转型正义问题，将人权议题带入教学现场，并没有行政不中立的情形。德国联邦处理东德独裁政权基金会在今年10月初率团来台参访，跟本会交流转型正义的推广的经验。德国就转型正义议题的推广已持续超过30余年，透过出版书籍、举行活动，促进公众对于相关议题的讨论，同时办理展览、会议、工作坊及纪录片播放等活动，来维系历史的记忆，进而促进人权教育。德国面对并检视威权时期带来的伤痕的经验跟方法，值得我国来借鉴。转型正义是人权议题不可或缺的一环，而教育更是人权议题推广最重要的拼图。本会希望能透过推广转型正义教育，引导社会各界了解人权发展的背景与过程，藉由强化社会大众对转型正义的认知与共识，持续追求人权价值，维护自由民主宪政秩序，面对历史审慎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最后附带在此向各位委员报告，大院在审查本会109年预算的时候，本会所属的内政委员会特别做成附带决议，要求本会加强对国人宣导本会的作为及相关的内容。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先进指导与支持，谢谢。好，我们现在进行询答。那今天每位出席委员质询8分钟，必要时延长2分钟。列席委员的质询时间是4分钟，发言登记截止时间是上午10点半。
委员如果有临时提案的话，请在上午10:30之前提出，并于本会张其禄委员质询结束之后进行处理。处理提案时，若提案委员及联署委员均不在场，原例不予处理。首先就请发言登记第一位的万美玲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我想先有请教育部的潘文忠部长、党产会的林凤镇主委以及我们全序部的朱南贤次长。好，潘部长、林主委跟朱次长。万元早。好，谢谢。三位早。我想今天这个议题其实在最近党产会因为到校园里面来办这个研习的活动引发了教师团体的不满那引发很多老师其实有非常多这个不同的看法。那我们看到全教产的这个总工会在10月16号他就指控提出，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跟苗栗的高中职都有陆续收到党产会的这个研习公文那教师团体呢都认为说这个透过校园办活动那背后的动机是可疑的，而且呢他们也认为会这个是政府带头违反了行政中立那非常的不妥所以我想先请教一下我们的潘部长那这次新竹高中跟这个党产会合办的参与式剧场教师工作坊这个主要是谁发起的那到底现在是党产会找新竹高中还是新竹高中找的党产会？部长是我跟委员报告就我这样的了解他们是属于学校，因为在针对老师人权教育转型正义的争论，部长，你只要简单告诉我是谁提出来的就好了。这个两个单位他们其实是有一个时间的合作了并没有所谓。那谁先提出这个合作案的？应该来这样子讲就如果了解到的因为新竹中学的历史老师他一直也觉得在教学上是需要有更多争论来探讨人权教育跟转型正义，所以呢，他也跟。这个党产会来做这方面的联系协助。所以部长依据您的回答，就是您知情嘛就是学校提出来的，或者是学校里面的这位历史老师提出来的。我应该说从老师的教学上的需求，他需要有一些单位可以来共同合作。部长，我只是问您，我没有问您为什么，好不好所以部长您知情嘛好，那我觉得接下来我们看到其实按照新竹高中的这个实施计划这次的工作坊的一个目的是因应我们108的这个课纲，要把转型正义视为非常重要的教育议题。刚在您的这个报告当中您有提到那也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参与式的剧场，能够让教师在这个各项的这个实践操作下去达到这个转型正义可以去思考那但是呢我们看到我们后来这个题目其实算是变调了是要谈党国体制跟党产议题那这样的一个题目是谁决定的？是校方决定的还是党产会？跟文报告这个我就比较不是很应该不了解了，因为本来我们稍微在关心的时候我们去了解，希望说他是到底规划什么样的内容啦所以您不了解嘛好，那所以正因为你看我们教育部也不了解，那其实在这个教师团体跟收到我们这个通知的各学校其实也是不了解，那就是看到为什么要突然间一个党产会进入到校园来谈党国体制跟党产议题，所以呢难怪这些教师团体会觉得争议性很大，也会觉得这个是政党的纷争进入校园，也造成我们教学现场很多老师觉得很尴尬不知如何是好我觉得这样子一个纷扰其实真的是不应该发生了那当然我再请教一下这次授课的讲师是一位叫做曾静文，应该是女士她同时也是一个木有之剧场工作室的负责人，我想请问一下部长，同时也请问一下主委，就是这个是邀请是确定是党产会来邀请这个老师的吗？我们这是不是就请主委来说呢？请主委。是的，这个剧团的负责人是我们邀请。好，是您邀请的那请教一下主委那党产会跟这个曾静文老师那他创办了这个木有之剧场那不管你跟这位老师还是跟这个剧场有什么关系吗？为什么想到请他来担任这个讲师？因为教育必须要有很多的不同的展现方式。我同意，但为什么是他？因为他，我们就希望说，是不是用剧场比较生动，所以找到他。那剧场也有很多人，为什么找到他？我的意思是这样。这个就是我们相关的同仁去寻。OK， 好，那主委，我想本席有看到，本席查到一个，在党产会今年其实有一个
这个案子哦，有一个标案是不当党产之转型正义议题民众参与式活动的一个这个劳务采购案。那这个采购案是采限制性招标，而这个得标厂商刚好就是木有之剧场工作室，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工作室。而这个工作室的这个负责人呢，也是这次党产会您请到的这个老师啊哦。那我想哦，第一个啊，当然本席必须要知道哦，您的这个标案为什么要采用限制性招标，而且刚刚好又是这个工作室来得标哦。那这个标案呢，原来是预计要办几场这个所谓的参与式活动，那是针对民众吗？那新竹高中这场算不算在这个标案里面？诸位，这个限制性招标，我想都是按照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哈。那至于那个标的内容怎么执行，我想细节我这边因为手上现在没有资料。你手上没有资料？新竹高中这一场一定是在这里面的。所以这个标案是在这里面。是的。哇，诸位，所以您的意思是说，现在是党产会的这个预算，那党产会主导的活动，那但是呢，主动进到校园里面来办，您的意思是这样吗？主要是因为社会科的老师他们缺乏教材跟教案，所以经过讨论之后，他们觉得不是。我想哦，那个这个刚刚部长有提过了，但是主委您刚刚的回答，我觉得非常的讶异哦。我们看到了哈，这个我们先看一下下一个简报哦。这个是木有之剧场工作室办理您的这个标案的活动海报，我们可以看到。好，下一张。我们再看，这是新竹高中跟党产会合办的这个参与式剧场工作坊海报，一模一样。本席本来还在想说，这两个可能会是一模一样同一件事情吗？因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啊，等于是同党产会的活动主动进到校园来，用的是党产会的经费预算。所以您刚刚说这个标案，这个标案是我们新竹高中这场也含在内，这是您刚刚所说的，我们都有听到，怎么会这样呢？党产会的活动就是在讲转型正义，这个是人权教育的部分。我想主委哦，我们呢哦，党产会哦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我们是行政我想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啊？立法院通过党产会，那我们呢哈，有没有过去是这个具有高度争议哦？那我觉得今天不在这里讨论，因为这里在教育文化委员会哦。我必须要谈的是哦，转型正义的教育，我必须要谈的是教育的现场。我想部长今天也在，我们教育部这么多同仁都在。我想部长，今天我们在谈哦，这个在这个教育现场，我们希望来中立相关的法规，我就不在这里去谈了。您非常的清楚，我们也希望去遵守。而我们刚刚得到党产会主委竟然提到，我们党产会的标案，那执行竟然直接进了校园来哦，而这个是教师团体来这个提出了很大的反弹呐、啊，那教师团体觉得不适合啊，所以呢，你这一次呢在新竹办的这个总共有几个人参与？你们又用公假、用研习等等，总共有多少人参与？几位？总共九位。九位嘛哦，所以呢，这个数字反映了这次全教产来反映教师的心声啊，这样的活动进到校园里面去，它绝对是一个困扰。而且呢，我相信今天教育部包含您在内所有同仁都是认同的，但是可能你有难言之隐啊。我们学校现场有多少事要做？不管是我们现在108性课纲，我们特教的议题，我们双语政策的议题太多了，以及本席等一下跟你谈到营养午餐的问题哦，怎么可能还有这样子一个空间，我们让党产会进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这是非常的不应该啊。而且呢，原来我们还想说这两张海报竟然一模一样，那如果是用党产会的资源，然后是用党产会的活动，然后进校园来做一些宣导，而且谈的是极度高度政治性哦，真的我觉得非常的不好，非常不适当。要补充报告，所以我想，因为学校在推动人权教育，包含转型正义，确实对老师是一个新的经验。那么我想学校尤其是任课的老师寻求更多适切合适的这些议题教材，这是他们教学上必要。就像他们去人权博物馆，部长有很多的资源素材，部长也是同样的想法。现在是我在咨询您哦，没有，我回答委员是，我刚才没有咨询这一题啊，所以你不要抢着答哦，这不是我们教育文化委员会咨询应该有的样貌。
哦。所以今天呢、啊，我们是在为教育现场发声。你要知道，这个议题啊，首先跳起来反弹的人是教师团体啊。绝大部分的教师团体，他们兢兢业业在教育现场来付出。我们也知道，新课纲上路以后，教师团体的授课时数也好，授课的这个内容，他们的压力其实都是增加的。每一个人都非常认真。那你今天把这个活动带进来，教师团体有意见，难道你不用重视这个声音吗？所以今天本席是把这件事情指出。谢谢那我相信呢、啊，我相信部长，他们可能只看到这个开会，部长，我想啊，这个通知，我相信你的心中一定有一把尺啊，所以你不必要今天在这里为跟教育团体。主席，你给他支持一下好不好？可以更加的深入了，请你支持一下好不好？今天我在咨询你，哎，没有，我也在回答部长，我没有啊，我没有问你啊，没有，因为委员教师团，我想部长，我刚才讲的部分先暂停，我们来说明，先暂停。主席，我想制止一下哦，他没有针对我的问题来回答。我今天要问的是，你有没有去重视我们第一线教师对这个活动不一样的声音，好不好？我想请你等一下开始要尊重一下我们的咨询。可以吗？没有，我一向都很尊重委员。那我们有问你答，然后不要抢话，可以吗？啊，委员，你如果适当，因为有一些可能不是很了解的，我才会补充。是，请委员指教。不敢，不好意思哦。我们这个因为时间很宝贵啊，因为委员咨询的时间真的很有限，我们就尽量简短，针对委员的问题哈。好，谢谢委员，谢谢啊，我们部长啊，谢谢主席，部长。那我想这么大一个争议，而且是在教师团体提出来的，你能不能够未来有任何像这样的类似的活动？或者有不一样的意见的时候的议题，都要跟教师团体多沟通。如果事前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那教师团体呢的反弹的声音，在事后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要尊重啊，好不好？好。好，那接下来哦，刚刚所提到的，今天呢，哈，党产会进到校园这件事情，的确引起了不同的看法，还有教师会跟老师哦很大的争议啦。那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哈。那同时哦，我想要提醒部长。我们的教育资源有限，这个资源包括预算的资源，包括人力的资源，都是有限的。我们应该好好运用在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孩子、我们老师的身上。所以呢，不管是刚刚本席听到108新课纲、特教的议题、双语政策议题，还有许许多多我们同仁大家都在努力的议题，应该要多花一些时间。那本席现在呢，就要再跟您讨论哦，我们的营养午餐的问题哦。我上次有跟您提过，我们桃园市的出生率现在是六都之冠。我想其他几位可以先回座，没有诸位。我想桃园的出生率啊，是算六都之冠了、啊、哦。那我们公立幼儿园呢、啊，其实人也非常多、哦。上次有跟你提到说，我们的营养午餐的餐费啊，其实一直都跟不上我们的物价。好，那因此哦，其实再一次的来跟您看到，我们现在看到台中市、高雄市、台北市哦，我们的午餐费跟点心费几乎都是90块以上，可是我们看到我们的桃园、台南、新北都只有68到70几哦。我再三的跟您反映哦，那各县市也都有文上来，要来拜托我们教育部能够把全国的孩子一视同仁，让他们能够吃的营养吃得好，而且根据物价的状况来做一些调整哦。但是就本席所在的桃园市，其实速度这个公文上来都没有办法得到教育部的支持哦。我们桃园市的营养午餐已经7年未调了，那这7年当中，我们面临原物料上涨、工资上涨，然后呢通膨低薪，又在面临我们的疫情的一个冲击哦。你知道营养午餐的厂商都撑不住了，所以变通的方法，他们只好在这个营养午餐的这个值上面做一点点调整。好，那另外哦，我想有很多的这个学校都是家长会去支付，要让他们吃到有一定品质的这个差额，可是不是每一个家长会都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哦。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问题应该教育部来帮忙处理了啊。那上个礼拜三哦，我想本席有针对哦，我们的桃园市政府向我们的这个国校署争取，希望桃园市的这个点心费跟午餐费能够涨13块，那也不过就来到88哈、哦，但是这已经可以有一个水准了。到现在一个礼拜过去了，我们还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回应哦。那全桃园市，因为您也知道，我是家长会长协会理事长，我们各区的总会长大家都在反映这个问题，每一个区的这个幼儿园哦，家长，所以我想在这里跟部长请命，能不能让我们桃园的孩子哦？尤其是公立幼儿园这个阶段的小孩啊，我们可以吃好一点，那不要再只有这个75块每一餐，让我们涨一点点，这样可以做得到吗？谢谢委员哦，在委员上个礼拜的业务咨询的时候啊，特别关心哦，那我也当下也跟委员说，会请国教署全面的
来盘，除了桃园的，因为委员一直很关心哈，那其他的县市也可能会面对同样要考虑的问题。那我也请署长就尽快，署长我已经在展开相关的这些盘整哈，我也要求近期跟我做一个比较专案的分析哈，能够照顾到这些幼儿园公立幼儿园我们幼生在午餐费用上面，我想这部分近期我们就会做一个斟酌。谢谢委员这个提醒跟建议。好，谢谢部长哦。我们希望政府既然要补助减轻家长的负担，那我们呢就要做得彻底哦。那好的政策唯有做得彻底，家长才有感哦。那我再一次重申，我们希望桃园的孩子能够跟全国一样，甚至于我们看到台南新北该调就调哦。那我们都在说穷不能穷教育，苦不能苦孩子，所以希望能不能够在一个礼拜之内赶快研议出来，看看我们各县市要用什么标准一致把它调起来。但是呢，我为桃园请命，我们希望我们调13块这件事情能够实现，好不好？好，我们一起努力哈，谢谢，谢谢。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陈培瑜委员质询。谢谢主席。那有请部长，还有党产会主委林主委，谢谢。好，部长跟主委。委员早。好，部长早。难得我质询要搬这么多东西上来啊，其实是想要跟部长讨论关于这个校园人权教育的问题。哎，我的投影片。好，没关系，我们就直接说。其实对我来说，长期从事人权教育这件事情，其实一直是我在民间的工作。那不管是从人权国家博物馆啊，国家人权博物馆，或是从教育部的课纲这边呢，我们都看到有很多的人权教育的事实，或者是现场这个教育的不足需要补起来。那刚刚其实委员也有提到108课纲，那我想课纲部长或是主委应该都非常熟悉，我们就不再谈课纲。不过我们从课纲里面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如同刚刚您说，这些新的经验其实都不是现场老师所熟悉的，对吗？好，那甚至呢，老师可能，例如说，我现在是40多岁的老师，可能我的小时候就是被这个威权统治下长大的小孩，好，我变成了老师，所以要去面对这个民主自由社会，要谈论这些议题，对很多老师来说其实非常的陌生，甚且带着一些旧时代记忆的恐惧。所以这个相关的增能研习，可不可以再请部长或者是主委补充说明哦？我们要怎么样协助学校社会科老师进行相关的增能研习？是，谢谢委员哈。我想我先跟委员报告，再请主委这边做补充。确实在108课纲对于人权教育哦，它是非常重要的议题之一。那这个整个对台湾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我想也是一个重要的教育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哦。所以在整个推动的过程，我们除了把这个在课纲这方面来律定之外，那其实现场老师们在教学上也是一个新的考量哦，不像过去我们在社会领域都是按照着既有的这个过去传统的历史，然后就这样直接教学。那希望也能够让学生引导学生是一个思辨反思，而且能够去理解整个怎么样才能够去达到理解而尊重。这个不只是转型正义啦，哈，包含性别族群，这个在台湾社会经常都会有，为什么会发生歧视，为什么会发生霸凌，往往就是因为对彼此的理解跟尊重不足。那这个我相信在校园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来推动。但是像转型正义这么一个过去啊38年的威权统治，确实有太多不可知。但是呢，这方面对老师也是一个挑战，所以老师在教学上，他需要寻求更多更多的增能，包含有更多的素材教案，来让他的教学啊可以有更客观啊，也可以更让孩子啊来引导孩子做一个好的学习。这个部分啊，我确实非常感谢部长的说明。如同您说的，不管是高中、国中、小学端的老师，其实都需要相关的教材跟素材。尤其在这个课纲的教材多元化之后，不是国立传统国立编译馆一个版本，那其实对很多老师来说，这么多议题都要融入教学，而且孩子的状态也越来越多元，然后家长们的诉求越来越多元的情况下，确实需要教育部或者是相关的机关给予增能的部分哦。那我就跟部长分享，过去这几年哦，我们就直接往后面看，过去这几年我们到中小学用绘本跟孩子们谈人，我更在意的是人权教育。部长刚刚提到威权转型正义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把它往更上级看，其实是人权教育。部长刚刚说，其实我认为都是人权教育。例如说，这两本很重要的绘本，它可能在最近已经绝版了。可是它在谈的是，在犹太人
的孩子，这些我们书名就叫做不要忘记那些孩子。关键不只是这些孩子，而且是这些孩子背后共同的时代记忆、历史记忆，其实西方国家都还在面对，都还在伤痛当中。我相信部长或者是主委一定有所感触，或者是我们来看这两本，其实西班牙1977到1978年已经出版的书，可是西班牙到目前为止都还重新出版。为什么对于西班牙来说，他们要重新让孩子认识这个议题？就如同部长说的，现场的老师需要教材，现在的孩子也需要认识威权，认识一个不民主的这个国家部分，或者是儿童人权之父的产地国家波兰，他们用这样的图画书告诉孩子所谓儿童人权是什么，也让家长知道儿童人权不是只是不要打小孩而已，他主要强调例如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受到尊重，像这样的话语其实孩子都可以非常明白易懂。或者是我们的邻近好朋友国家日本，日本他们是二次世界大战，大家都知道，大家把他们当罪犯，可是对日本人来说，他们兢兢业业记得这些教训，所以日本有相当相当多的书都在谈像这样的议题。还有法国我就不再多说，还有像最近出版的新书，这本书可能非常非常的隐晦，它不直接谈人权，它不直接谈转型正义，它不直接谈威权，但是它谈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威权遗绪如何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互动，这些都是国外的著作。我相信对于部长来说，对于主委来说，一定有很多的增能的部分、素材的部分或者是延伸讨论的部分，确实需要行政机关来给予老师支持。如同刚刚万委员说的，老师们压力很大，如果我们没有给老师这些支持跟可能，老师们如何去想象更好的教学现场的可能。那也跟部长分享，我们讲了这么多国外的作品，那我们来看一下台湾自己这几年，包含过去将近十年我们在国家人权博物馆一起共同做的事情，或者是像这个台湾的陈澄波先生他的相关的著作，在谈陈澄波先生一生的故事，还有在谈绿岛人权灯塔，还有这个是台湾这几年非常受到瞩目的插画家林伯廷先生，他用隔壁墙壁之间人们的不理解来隐喻这个权力跟自由民主，还有旅法的台湾作家，他用漫画的形态，我要讲的是，我讲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作品，我也想要请部长或者是主委，包含像这个，像台湾年轻人现在很喜欢看漫画，大家可能认为绘本是小孩东西，可是就算在漫画的领域，其实也有这么多这么多，还有直接有安妮的日记，我想要请部长或是主委回应一下，关于像这样的教材或者是素材放在学校应用的可能性，教育部这边的观点，或者是人权或者是主委这边的观点。是，谢谢委员真的感佩委员这么用心我想这个我家里随手一拿就有，都不用特别准备。都是我们在推动过程因为我自己也经常接触第一线老师们在做专业发展以及教学上的一些面对的困难尤其是一个。像转型正义像尤其是人权其实是一个非常广泛也是一个普世价值，人权非常的广泛，这些都是他们在教学上会碰到困难所以也需要不管是教育部地方教育主管机关，包含我们有一些像这个人权博物馆跟委员报告，像教育部国教署这边跟人权博物馆也有很多的合作，因为人权博物馆终究是一个记载着台湾这些年在整个人权发展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些很好的这个资讯资料，包含他们的一些讲师群，那我想这一些都是目前我们要帮助第一线的老师他们所需要的，在教学专业上能够来做专业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合作了这个教育部也会以跟委员的刚才所提许除了在教材教案的持续合作发展，那对于老师的这些专业增能我想教育部也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对，那刚刚部长一再提到这个国家人权博物馆，跟部长分享一下，刚刚才结束了这个画画这个工作坊的这个记录，这个是过去我们跟国家人权博物馆5年以来长期合作。那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不是只有在校园里头，其实跟任何的民间团体或是年轻一代的创作者来说，其实大家都要共同面对台湾的历史记忆。其实我个人非常好奇，部长或者是主委或者是相关的官员，你们过往的那个人权启蒙是什么？对我来说，我小时候的人权记忆就是在一个不可以说台语的年代，可是我出生于一个台语为母语的家庭，所以我从小到大跟阿嬷在家说台语，可是我到了学校却被规定我不能说台语，所以我从头学国语学得非常非常痛苦，甚至我跟部长分享一个记忆小时候在学校说台语我是要被抓去刷牙的，要不然就是罚钱，可是我家没有钱可以罚，我就被抓去刷牙，所以部长我跟你说我牙齿现在非常的好
可是对我来说，我可以现在开玩笑说出这个记忆，可是我们可以想象还有更多受难者前辈在共同面对台湾这些记忆的时候，就如同人权博物馆他们推展了很多教具箱、很多教材活动到学校现场这件事情，尤其听着受难者前辈说的那个故事，我不知道现场有多少人有听过受难者前辈直接对着我们说故事，每听一次你都会伤痛，你都会悲伤，他们怎么撑过去的。那对我来说，我想要最后再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要跟部长还有主委请教。刚刚主委特别提到我们跟德国有长期的交流，关于人权教育的部分，不知道这两本书部长跟主委有没有看过。他的书名叫做《不止哀悼，如果记忆有形状》，在谈的是德国的建筑物如何从这些建筑物的本身来看关于这个土地的记忆，关于威权的部分。不知道部长跟主委有没有看过。跟文报这本我没有特别看过。好，我特别准备两本新的，我很有诚意，家里就拿来要送给主委跟部长。怎么说呢，对于我来说，除了绘本是我们所熟悉跟孩子们沟通的工具，还有部长您刚刚说用戏剧的部分也是，对我来说绘本或者是工作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教材，甚至是这样的书籍出版品，它其实都要持续被鼓励，因为对我来说它是人权教育，它不只是转型正义。所以这个部分也请部长跟主委再次郑重的回应，是不是会持续的进行这个部分的工作，绝对不要让人权教育再走回头。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在这个土地上不能好好说自己的母语，不能好好听自己家乡土地的故事。请部长跟主委郑重的回应我们。谢谢委员。我想人权确实就是普世价值，它不只在台湾，在整个国际都是在人类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然后那从教育上这个责无旁贷，它应该要从这种各个面向这当然包含转型正义啦，尤其我们在校园里面发生包含委员关切的性别的议题、霸凌的议题，其实这个根源在于这个对人对自己的理解跟尊重。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其实我们经过这样世代，我想老师是需要有更多更多在这方面的被协助跟增能，让老师能够在引导孩子学习这个。这个不是要好像回忆历史去制造仇恨对立，这就不是。我想从转型正义一个非常重要，我们不要让台湾再重新发生过去大家所不愿意乐见的历史，这个要一代一代有这样的一个理解跟认知了。我想这个是教育的根本。加码说明，其实不只是台湾，其实全世界各地都没有人想要再回到威权统治的时代，所有人都希望活在民主自由，可以对话，可以讨论，孩子们可以好好跟我们谈论为什么我觉得这样不公平，为什么我觉得这样不对，为什么爸爸妈妈为我烤一个饼干好好照顾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从这么简单的角度，也希望教育部跟相关的机关继续持续努力，让人权教育在校园生根。那这两本书是真的要送给部长跟主委，等一下我们会送过去。好，再次谢谢部长。谢谢委员的提醒跟建议，我们会努力。谢谢，谢谢主席。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张廖万坚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我们请那个部长，还有那个党产会，好，主委，主委。啊，委员好。好，部长好。我想人权教育研习啊，这个本来在校园就非常重要哦，本席非常支持啊。那至于是说新竹高中主办的这场教师工作坊有引起这个所谓的教师团体的这个陈情啊，我认为啊要先了解哦，先了解哦，这到底有没有这个像陈情内容所讲这样子的，总是不能跨到欧亚的亏钱啊。我想我的了解啊，这是一个很单纯的教师研习。那你把它扣上一个政治进入校园的帽子，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令人遗憾。那其实我是非常常去学校，我们去学校关心学校，帮忙学校争取，那甚至去了解学校除了硬体之外，在软体上各种现在新的课纲我们如何去落实的问题。好，那主办单位是新竹高中，那媒体新闻说这个哇还给公假了，还给这个研习时数4小时，好像这个是行政不中立。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去学校看到很多研习营里面这个办理的 ABC 大概就是这样子，而且这不是强迫的啊，这是一个增能啊，而且针对历史老师，他如果对于这个转型过程里面威权体制的转型里面的人权的问题，他们有兴趣去了解更多，那当然对于这课纲里面讲到的人权教育威权时期的这个转型正义的等等这些议题，我想他们在跟孩子在论述的时候会比较有一个材料那如果说讲这个转型正义讲到这个不当党产或者讲到这个
一些白色恐怖的过程里面呢，就是不就是行政不中立，那本席非常不认同哦，这种讲法是不敢面对过去。我们常常讲历史的过程里面，其实会有一些错误发生，不管当时主政的是谁，那历史可以原谅，但是不可以忘记，否则就没有历史。我非常认同。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任何的题材在使用上，如果外界因为不了解过度干涉，我反而认为这才是政治进入校园。部长，你认不认同？是，谢谢委员哈、哦。我想这样的研习确实是，过去我想委员因为对教育对现场都了解，现在我们的越来越多是教师专业社群，他们不会再像过去那种传统式由上而下哈、哦。他们老师希望就是在自己的教学真能上。那新竹中学这个例子啊，那你了解了这个研习内容有违反行政中立吗？他就是一个老师们透过想用戏剧性的角色的扮演议题的分享讨论反思这个。其实是一零八课纲在社会领域教学要一个很核心的专业素养。其实我也曾经受邀去参观过这个在学校用工作坊的形式去做，让这个一些中辍少年他们去做这个工作坊的表演。刚才我看陈委员讲，我很感动啊。他过去在民间团体，他就是在从事人权教育。是，我觉得人权教育真的很重要、啊，尤其校园里面呢、啊，像本席关心的这个丰原高中的那个学生之死啊。那为什么学校里面的教官跟老师是用这种态度去面对学生？学生最后走上绝路，这个难道不是校园里面不够重视人权教育跟平权的观念吗？是委员所说甚是哈。那个霸凌之所以发生，说实在就是我们要去努力的了哈。那大家在看到，包含刚才委员在提到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常态性学校在进行老师真能的专业社群，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完全无涉所谓。政治介入或行政中立的问题。我刚才听到那个陈委员回答陈委员，是哪个委员问说参加的老师只有九个？这个他本来就是一个工作方的限制。那经费多少经费来办？这个就我所了解到哈，那因为他主中是跟当场会合作，那有关终点费加交通费，这个是当场会他们在协助，大概是10000块。然后。这个餐点费啦，因为参加人员的这个餐点费大概是1200多块，总共就是11000多元。11000多元，办一个九人的这个，我觉得这实在是在我看来，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宣导不够啊。那个人权教育其实就是要来强化啊、哦。那我现在把这个问题台面化，反而让我觉得好像有政治的这个阻力说啊，以后都不能办，只要谈到转型正义啊，只要谈到这个。过去的那个历史好像都不能去讲哦。那部长你认为呢？是这个议题我想招委他当然也了解哈、哦，也重视，但能够有这样的情况，让教育部还有我们相关的主管机关把这样的能够跟社会各界来说明哈、哦，大家这就是一个学校常态的教师专业发展，那关心到人权教育，关心到。国家转型正义等的这个议题是老师目前我听说大概最不足的，对，就是最不足的，大家应该是让老师们，尤其行政部门应该支持当老师的后盾呐、啊。我的年代那一段期间是空白的，是历史是空白的，那我的年龄很多都在当老师，他们也不是那么清楚。那我觉得念历史的人叫做以古为鉴嘛，过去发生过威权体制，发生过这些不当的，这个刚才陈委员提到说有一些耆老被他莫名其妙被抓去关。所谓的政治犯，那他来讲述当时的白色恐怖，这一段我们过去在学习过程中的这个空白，然后让这个课纲里面提到的人权多重视一点人权。民党现在执政啊，民党要被检验啊，那国民党常骂我们这个什么什么这个违反人权啊，什么不自由啊，那可以一起来检视到底是过去怎么做，现在怎么做比较好嘛？我觉得这个民主社会，我坦白讲，我觉得你这个教育体系里面的人权教育，只要是涉及到。涉及到这个人权的问题，我觉得反而应该要强化了。其实我在学校里面，我们帮忙学校争取很多运动环境的空间、学习空间的改善，然后争取了很多这个智慧教室等等这些。我觉得我们课纲内容的教材设计，其实真的要尊重校方。我看新竹高中啊，校长也很委屈啊，他说他跟所有的颜色都合作过，不可能有政治导向啊。所以这个历史科老师应该多了解历史的议题啊，否则怎么教导学生？所以。我真的很恳切的讲说，其实校园行政中立真的不是这样谈的啦。坦白讲，哦，这样反而好像我们在制造一个乌云在那边，以后学校怕担心有争议，啊，好，这个我们都不要去谈。那这样子算是正常的现象吗？
部长。是我想这个为什么教育部也相当时间把它做一个整理哈、哦，就如同委员所说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其实就是常态。人权教育教师专业真人，但是如果各界包含我们有部分的教师团体可能对这个内容也不了解就用一个假设性的，其实这个方面呢、啊、我想应该借由这样的机会让大家了解哦。我也给时间我问一下主委啊、哦、事实上这个你们这个经费我看这一场8000块的终点讲师发终点费8000块啊，一群来那包括去那个用舞蹈的那个形式来表达 是用剧场的形式来表达啊，这样演习，这样我觉得这个经费上各方面，我觉得这个我们都是依照行政院的规定的经费，那标准来支出是标准嘛？但那你做这个，你觉得成效如何？我们觉得就是一点一滴来做了。我上周还刚去德国考察回来哦，也是一直在看他们的转型正义的教育怎么做。他们做了各种的场馆，出了各种的教材，邀请所有的学生到各种场馆去参观，然后把这些资料送到学校，在教学现场。来教导老师跟学生，这样他们持续做了30多年的各种各式各样的议题，从柏林围墙，从犹太人屠杀，哦，从各种还有民间的团体也在一直在从事这些工作。是，我想这个工作是无止境的。为了要转型正义要能够落实，就是不能再犯。那不能再犯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要有充足的教育啊！如果没有充足的教育，以后就可能再犯。那你觉得用这种经费这样办？会足够吗？你们在我刚讲过，在109年立法院审查我们的预算的时候，曾经内政委员特别做一个附带决议，要求我们要加强来宣导。那、啊、你们有加强吗？所以我们就从110年开始就一直加强了。所以我在想，真的是我是觉得这个有点在讲。反正我来讲一下哈，我来问一下部长，那个主委你请回去哈，回座。什么时候就是说到底什么时候叫违反校园行政中立了哈？我们都在选举啊，那如果像台中啊，有位候选人，他穿了立委的参选人的背心，那参加了某一个国中，活动中心的动土，市长也站旁边，啊、哦，可以吗？如果就我们在校园内哈，任何有疑似类似啦，有跟这个选举有关的，比如像旗帜啦、嗯，甚至比如这个穿背心表明的这是什么立法委员候选人，这个情况实在是不宜了，不宜嘛，嗯，所以都用道德劝说了，是还没有严重到。跟委员报告，这也就是教育部为什么要在每次啊选举前3声5令，就是希望能够去落实教育基本法。哦，当然，因为里面也有公务员，这个行政中立法，就是你不要去校园，不要造成这样的现象。像这个如果有特定的标章指示或那个讯息啦，这个确实是不宜。但是我们地方的局长跟法制局长说，还不是竞选期间，所以立法所以还没公告为候选人，所以他穿背心只是一般民众，你觉得呢？那我以我自己对教育哈、哦，应该维持基本法里面的精神啊。我觉得不宜，不宜嘛，是吧？所以其实坦白讲，我个人去帮忙学校什么，我很少穿背心的、啊，我也尽量跟我们助理讲说，尽量我们就尊重学校的现场啊、哦。我觉得这是一个这种行政中立，坦白讲是一个自己从心里面的尊敬啦、啊、哦，不是说我是禁止或怎么样。如果说你认为说学校反正就是这个党派观念，我就是去我就进去怎么样又怎么样啊、哦？我觉得那反而是对学校不尊重了啊、哦。所以像我要问一下，就是说。教育部有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规范呢？刚才你说不宜啊，那大家都穿进去了哦，公所也穿进去，哦，11月7号以前呢、啊，还没有公告正式要选举啊，所以都可以，那真的是都可以吗？嗯，跟委员报告哈、哦，这个当然比如说真的进入到选举期啊、就说选举啦，相关的这个事项其实是很相关多，包含场地的使用啦、啊，啊，包含刚才讲到的这个标示哈、哦。我跟你讲，各县市真的标准都不一、欸，行政中立的标准都不一。像我们在办一些艺文活动，我们礼拜六日去借学校，学校说、啊、不行借，因为上面说不能借，说那是政治活动。我说艺文活动怎么政治活动、啊、因为你是政治人物、啊、因为我是政治人物、啊、那我们不能借，竞选总部成立，学校也不能借，这个整个学校放假嘛，他也没有涉及到怎么样、啊、借也是缴钱，也不能借、啊、公园的广场也不能借，那只能去借哪里去，可以申请路权去封路啦，去影响环境了。所以我是觉得行政中立啊，校园行政中立，这可以好好谈，什么才是真正的违反校园行政中立。我觉得跟地方政府好好谈，不要有的地方可以，有的地方不可以。
那我们有时候觉得，已经都地方都没有空间可以来办活动了，难道都要逼我们到马路上去申请路权，去影响民众的生活，这样子才对吗？我反而觉得这个有的交往过正了，有的是小题大做 啊，像这个我是觉得无事生非了。好，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我们接下来请陈秀宝委员质询。县商委，请部长。请部长。委员好。部长长，刚才我们张廖委员的这个质询呢，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也要请教一下部长哦。关于我们协助学校或者协助地方，我们来办义务活动，比如说儿童剧场这样子的儿童剧场，提供给孩子们来参与，那我们跟学校借场地，有违反所谓的行政中立吗？跟委员报告哈，当然地方他们包含学校主管场地的租用等等的，是有他们一套规范的哈。如果就委员所描述到的，这是一个活动性质艺文活动哈，这方面其实是比较，其实主办也不是我们，比较难说，是协会办，把他说这个就跟政治是协会办的，然后透过正常的程序管道去跟学校租借场地是有付租金的，但是却被抨击为是行政不中立，导致校长还被集体叫去某议员办公室对。念了一个多小时，那 我想我自己也一直觉得很质疑说，但这样子真的是违反行政中立吗？我们有机会来有剧团演出给孩子们来互动，我想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那如果说逼不得已我们必须像张亮委员说的去封路，去在树下在公园这样子一个露天的场所，其实对孩子不见得是一个舒适的空间，那有这样的机会提供给孩子，却被扣上是行政不中立来为难到学校，我也觉得是非常的遗憾。那同时我们本身我们已经是现任的委员，我们帮学校的争取，帮地方的争取，是尽我们能做的最大的协助，但是如果是候选人，他们也做这样的事情，那进入校园这样子算不算有违反吗？跟委员报告，这个界限确实要从个案去了解了哈。那刚刚委员提到，包含张廖万坚委员有去提到说，如果特别穿着我是准备要竞选的这种背心或是什么，这个确实是比较不宜了。那当然，如果像委员都是长期为民服务啊，也关心学校。你们平常到学校去了解学校等等的啊，也不是在相关的竞选活动哦。这个基本上这个也不宜说我们用一个好像制式化的标准，这个确实不宜。不过我觉得以学校而言呢，确实是一个应该坚守中立的立场哦。他不能说某个这个团体或某个委员来跟我借，我始终不借啊，哪个人我就借，这个就说实在的一定会惹争议。但是如果说相关的个人的，你进到这个场地里面，你要知道这是学校哦，这个确实不宜摇旗呐喊着说我是要准备来竞选等等的，这也会造成学校的困扰。好，我相信多数的教职员跟师生还有家长，他是不会希望学校是被干扰的啦。谢谢部长。首先今天针对我们今天的专题部长您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参与式剧团的这个教师工作坊所做的一般性教师真能研习，他们的这个主题就是关于人权教育与转型正义的这个部分呢，在他们举办这样子的真能研习，有哪里是违反校园中立的吗？跟委员报告没有哈，因为人权教育是十二年国教课纲的这个重要的议题，那国家转型正义教育也是一个重要的政策，是以合办的单位党反会像这样的研习活动是第一次举办吗？对，是依法成立的机关，所以确实没有去所谓的而且这个内容啦，我也知道这个内容它本身就是一个常态的老师专业发展，所以应该叫根本就无涉中立的问题。部长，这样子的研习活动是第一次举办吗？不会啦，这个人权教育我们已经推动很长的时间了。就是其实它是一直有在举办这样子的智能的人权智能的推广，因为这个是老师现场第一线老师非常需要的真人的项目啊。那所以这次会被质疑是因为举办的时间不对吗？因为快选举了。应该说这个也可能也会是一个关注的议题啦。那另外可能也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合办的机关我想他们以为党产会是一个好像突然冒出来的或是政党所属，它不是，它是中华民国法律行政院依法成立的机关我想这个
来整个来看待哈，这个整个相关的来说哈，事实上并没有所谓什么违反行政，他们根本就无涉中立行政中立的这个问题呢。好，部长，我想请教部长啊，您觉得人权是什么？人权是一个普世价值哦，它这个面向很广哦，也是我们经常在日常就会碰到，校园更是，因为我也长期关心校园性别议题、歧视的问题，像那个族群歧视啊，为什么有学校会有一些学生啊有不够正确的观念，不管在高中在大学都发生过，像最严肃的学校的霸凌哦，霸凌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不能够去相互的理解而尊重。所以就有太多太多的这些啊，我觉得尽管我们已经做了一段时间的努力还不够，因为还有一些个案事件在发生当中哦，包含我想大家最近关心的丰原高中的这个事件呢、啊，为什么社会会很震撼？原因也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来自于师对生的这样的霸凌，我想这个你看我是成人对学生。这个我想社会之所以会对这个议题啊高度的关注哈，而且一个年轻人生命用生命啊来陈述他的委屈哈，我想这个其实是我们要重视的。部长，您在这个位置上，你应该感受更深啊哈。其实人权是在告诉我们，生而为人所拥有的权利，不能因为他人的行为想法而被恣意的剥夺。那因为尊重人权，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创造和平、自由、平等的世界。我相信大家都觉得是非常的重要。那教育部这边也一定是因为有了解到这个重要性，才会将人权教育放到课纲里面。我们依据我们12年国教课纲，我们希望给孩子们完整的各领域的学习的课程的规划，所以人权课程希望让孩子们能够对人权的尊重、了解、包容，能够有所理解，才能推己及人，才能够尊重他人。那因为将人权教育放进去课纲，所以一定要有一定的人权智能，才能让我们的老师有办法去教导孩子们。像我们的课纲里面哦，对我们人权教育里面放入一项，就所谓理解人类历史上发生大屠杀的原因，思考如何避免其再发生。这个部分当然也许提到屠杀战争是非常的残忍，但是我们必须让孩子了解到，就是因为尊重，就是因为人权，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普世价值，我们才能创造一个自由平等的世界。那历史必须面对，即便说提到某些历史可能会让某些政治力以为这是攻击，是针对，但是历史就是发生过的事件，我们必须要了解历史，我们才能引以为戒，我们才能让其不再发生，重蹈覆辙。那这样的课程也是孩子们必须学习跟面对的，教师也同样要做这样的事实的征能跟讨论。那这一次的新竹高中的这个案例，其实就是很标准的教师征能的研习活动。如果硬要把它框入是政治进入校园，可能也太低估了我们高中教师的智慧。那本席对于这次这个发展，其实感觉到非常的意外，也觉得很遗憾。但是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一样的认为，人权教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常规教育的程序却因为现在是选举期间，被影射成是违反行政中立。本席觉得这个根本就是一种是先射箭再画靶的这样子的一个批判，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哦。那对于不了解人权的人，可能觉得威胁恐吓可以让人权支持者晋升。我们台湾对人权的尊重可以重视，可以从昨天的奥斯陆自由论坛来显见，我们台湾在民主与威权的最前线，因此特别显示台湾人权教育的重要性。相较之下，对于美国人权基金会创办人哈佛森，他表示他在2010年来台的时候，被要求对中国的言论要谨慎，这个样子的限制行为，本席认为才应该是要检讨，去承认是错误的。争取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人权的尊重与包容，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的课题。人权的价值是应该共同的来守护，把历史当成已继承的事实，我们去面对它、检讨它，而且我们要去学习如何避免重蹈覆辙。部长，您的看法呢？是完全认同委员刚才的这一方面的说明跟提醒。确实，人权教育当然包含我们说转型正义的这个内涵都是曾经在过去台湾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那以史为鉴，就是因为
我们要让一代一代的孩子去了解、去理解，而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去发生，去后续我们说不让台湾再发生过去这种我们说威权的统治下对人权的迫害或影响。我想这才是教育的真正的目的哈、哦。这个大概绝对不是从指责挑起仇恨，这个教育不是这样。那我相信以新竹中学的这一次的议题，是一个老师从一个历史老师认为我要来进行，而且他用跟党产会的这个合作是用一个戏剧参与的方式，而且是用一个比较多元面向思考跟讨论，它不是一个单向的。我想这个正是老师们希望能够再借由这样的真人的机会，当他在引导孩子来了解理解人权，了解转型正义啊，我想这是一个必要老师的他想要提升的专业职能的研习。谢谢部长哦。对的事情我们就要继续坚持，继续做下去，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因为人权教育确实普世价值，而且一点一滴啦，还有很长远的路要走、哦、我们会努力。谢谢。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吴思瑶委员，待会在范云委员质询之后我们会中场休息。好，请吴思瑶委员。好，谢谢主席，有请部长，还有我们党产会的主委。请主委。委员好。好。好，谢谢部长辛苦了，主委辛苦了，难得教委会让党产会来列席，我想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一起来讨论人权教育在校园能不能够生根来实践。我今天的破题非常的清楚，推动人权教育合法合规，符合法律，符合我们的课纲，但是政治扭曲教育就应当适可而止。我再说一次，非常重要，推动人权教育合法合规，政治扭曲教育适可而止。下一页。今天的主题专案报告叫做维持校园行政中立，杜绝政治进入校园，我100%支持，这本来就是我们长期在进行的，国会应当监督。但是今天用了一个具体的个案，就是新竹中学举办这一个人权教育的教师真人研习，我就认为两件事情不应当扣合一谈，也就是这件事情并没有违反行政中立，并没有强迫教师一定要强制参加，所以人权教育何错之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要再次强调，左边跟右边，也就是今天教委会监督的主题跟扣合的这个单一事件，其实是完全的风马牛不相及，完全在鸡同鸭讲。但是我们同样继续来捍卫校园的行政中立，本来教育部都在做。下一页。所以呢，心中有魔鬼才会以为到处都是鬼，不要戴着有色眼镜，我们要跟上时代，推动转型正义教育，也就是人权教育的一环。国际都在做，太阳党怕什么？这个是新竹高中这一次的沉浸式，这个叫参与式剧场，老师他们在研习，自己用艺术导入的方式在探讨人权教育，所以他从头到尾是一个太阳党，他模拟了一些当时历史的情境，也没有指名道姓是什么党。所以我认为不要戴着有色眼镜，我们要跟上时代，跟上国际，健康正向的看待人权教育在校园。这样子一个用心的老师，他透过艺术导入的方式，这是思瑶长期在说，课程要融入生活，用艺术的方式来呈现，这更应当受到肯定。怎么会是这样子用心在课程上去做多元的着手，做多元的艺术导入，还要受到不当的政治压迫跟谴责？我们不要戴着有色眼镜。下一页。世界都在做转型正义的落实，德国的经验，德国全方面的鼓励，把转型正义作为学术的范围来研究它，所以转型正义是学术。德国的经验，他们国家拨款，透过这个追讨来的这个
不义资产，资助超过2200项的展览、出版、会议研讨、工作坊、拍摄纪录片。德国提供了3100万美金的学术研究补助，德国颁发了超过75个论文奖学金给国内外的学者，德国也设置了专属的转型正义图书馆进行收藏，未来可以让世界一起来研究使用，这是德国经验。转型正义是学术，下一页，世界都在做。转型正义，看看加拿大的经验。加拿大也曾经一度进行了同化原住民族的政治行为，所以为了还原这段历史，加拿大的真相和解委员会，他们加强了现有学校教育中的原住民族课程，而且在一般生的历史课程当中还原原住民族受迫害的真相，他们用大量的教育预算鼓励学校这样做，这是加拿大的经验。下一页，我们看看转型正义，世界都在做，波兰的经验。波兰甚至在制定了除垢法，也就是他们的转型正义条例。他们成立了国家级的国家记忆研究院，这是一个专属的国家的智库研究院，来从事转型正义的研究、典藏以及教育的推广，设计课程，设计桌游，鼓励出版，办理学术研讨会，鼓励论文的研究，全国去巡回的展览，这当中就包括非常多的译文的导入，这是波兰的经验。下一页，所以台湾思瑶在上一届在立法促转正义转型正义条例的时候，我就增列了第7条的条文，谢谢立法院容纳吴思瑶的条文。转型正义的基金应当投入，除了长照社福政策之外，应当将转型正义的基金拿，对不起，让促转的基金来作为推动转型正义、人权教育以及文化事务之用。谢谢立法院，这是立法院通过的版本，就是吴思瑶提案的版本。我当初提案的主因就是我刚刚所列的，我看到了德国的经验、波兰的经验、加拿大的经验，还有西班牙的经验，都是全力的让转型正义透过教育跟文化来落实。而去年促转会退场之后，我们也立法院修正了促转条例，正式责成由教育部来主责转型正义教育。教育部不做才是违法，不是吗？我让他论述完，综合让你们回应了。下一页，所以呢，合法合规更符合课纲。我们108新课纲当中也容纳了国家转型正义教育的行动纲领，明定了我们该怎么做。这当中没有任何的政治意图，没有任何的有色眼镜，我们就是很正向比较国际来做。所以合法合规符合课纲，不做才是违法呀。下一页，好，党产会主委在这里，党产会是立法院同意成立的机关，受国会监督。党产会当初曾经有人送违宪审查，也经过大法官的认证。大法官认证是自793号，党产会是一个推动转型正义国家必要行为而成立的机关，所以于法有据，大法官也认证了，所以我们的党产会也是合法合规的在做国家赋予你的任务。尤其我今天没有带在手边，内政委员会去年审议预算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决议，内政委员会要求你们附带决议要强化推动人权教育这类的工作，不是吗？是吧？是，诸位，所以你们也符合立法院的要求，强化推动，不做才是藐视国会，不做才是无视于国会的监督啊。下一页，那转型正义这一项，回到这个事件本身，这个个案，这是一个教师增能的研习，没有违反行政中立，因为他也没有强迫教师参与。我们就法论法，我们是立法委员，教育基本法第8条的规定，
教师法33条的规定，都保障教师进修的专业自主权，没有强迫教师参与，而且给予愿意参与的教师合理的工价跟研习时数，就是立法院通过的教育基本法跟教师法。所以我从一个大的政策的理念讲到个案的执行，一切都是合法合规符合课纲，为什么要给新竹中学这么认真的老师扣上一个这种不道德的政治进入校园的帽子呢？下一页我再分享一下，跨部会来推动转型正义的教育，跨部会都在做人权管，文化部的人权馆的人权故事车巡回校园，文化部的人权馆展示了各个展览到校园，人权馆也研发了人权教育的教具教材，就是如同我刚讲德国经验、波兰经验、加拿大经验，进入校园来推广人权教育。台湾文学馆现在也开发了一个文坛封锁中的桌游，在说过去那个禁忌的年代的故事。促转会也曾经举办校园巡回讲座，合作之友，鼓励才对，因为合法合规。好，我们不讲转型正义，讲其他的多元教育。下一页，各类重要的政策、社会议题进入校园，性平会进入校园办讲座，故宫进入校园去做文化的推广，司法院进入校园去说明国民法官的政策。国科会提科普列车进校园，在教育文化委员会，每个委员们不分党派都要求国科会拜托你们科普列车进校园，所以各部会来把我们的重要政务融入教育，难道也是政治介入校园吗？要鼓励，怎么会是扣帽子来批判呢？下一页，选举到了，学生也是公民。我们看到各党的候选人前进校园办演讲，这代表台湾的进步，因为学生是公民，促进学生的公民权。我们看到各党的候选人进校园去阐述他的理念，接受学生的挑战，这是一个民主素养的教育在校园。我相信现在的时代，现在的台湾，大家都支持。所以最后一页，什么是政治力介入校园？利用国会的质询，将正向的教育、合法合规的教育来作为选举议题的政治操作，这才是政治介入教育。甚至施压教育部不准各级学校来举办转型正义的教育或是人权教育的研习。如果有这种太阳党，如果有这种太阳党，才是政治力介入校园。所以我今天讲了这么多，我真的要给我们用心的第一线的老师最大的鼓励。最新的教育理念跟上国际，转型正义不是台湾才在做，我们其实做得很慢。所以部长跟主委，我给你们信心，综合回应一下好吗？好，谢谢委员刚才分享哈，国际各国对于这个转型正义的一些具体的作为哈，我想这个都是一个最重要的。大家对于迈向民主社会、以民为主的民主社会是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台湾，我相信我们台湾人民也绝对不允许再回到过去这种专制威权的这样的一个统治的社会。那这个要一步一步的来跟我们的年轻一代一代的有这样的正式的理解跟对话。老师是站在第一线最辛苦的工作伙伴，那尤其在新的这些相关议题，对老师的征人我们要给予支持。我给您一个要求，保护这些老师，不要让竹中的这个个案，也不要让竹中的老师承担了他不应当承担的政治压力。我真的严肃的看来，这个老师透过艺术导入的方式去做了这样的一个教师研习，其实是应当奖励的。我请求你，我恳求你保护这样的老师，不要让他们被不当的政治攻击而萎缩了他们进步的教育理念的实践。来，主委，依据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的决议，他们还认为你们人权教育做得不够好啊，这个部分你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其实从台湾条例的第一条立法目的就看得出来，就是要求要落实转型正义。所以我们在清理党产的过程里面，看到过去太多不应该做的事情，那做转型正义就要把这些案例、这些事实来揭露，让教育的现场能够了解，
那我们希望会继续在，所以立法院其实督促你们要加强做，而不是畏缩不做。我们会继续做正确的事情。所以我希望立法院没有太阳党，我们都是非常健康在看待教育人权议题的进步国家。谢谢。我们接下来请林一景委员质询。谢主席，有请部长。委员好。部长好。首先必须强调，我们的下一代不一定要支持哪一个政党，但是我们的下一代一定要做一个有记忆的人。那我想面对过去延续至今的不正义，不能视而不见。那面对大是大非也不能似是而非。那部长今天之所以会有这个专案报告，我想代表转型正义教育的推动至今，可能仍有部分的老师对于何谓转型正义不够了解。那如果身为教育者本身都不清楚什么叫转型正义的话，那我们怎么样教下一代？所以办这种相关的活动，他会认为说办这种相关活动是在支持特定政党或反对特定政党。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我们怎么样如何期待下一代能享受所谓的优质教育。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光这一点我觉得教育部就应该要做全面性的沟通，也应该有责对于转型正义做更进一步的这个让老师们更进一步的了解。那当然趁这个机会也请部长向国人说明，就是说基于我刚刚说的部分老师可能对于这个转型正义有误解，那针对这样的话的现象，那教育部最大的反思在哪里？那也请部长一并说明这个转型正义的教育办理至今有面临到什么困难吗？或者是说又有哪些成绩，那未来又怎么样继续精进？部长，谢谢委员。我想人权教育当然包含转型正义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普世的价值那在这个十二年国教课纲，特别人权教育是重要议题除了我们大家老师们在执行的各领域等等的这是人权教育也是要在校园里面来做扎根实施。那过去委员关心确实转型正义是人权教育里面的重要的一环，但是呢对于这一些第一线的老师他们就面对到的就是这些过去是一个被隐藏起来，应该是说没有特别去经过更深入了解理解的史实。那所以对于社会科包括像历史等等的老师，公民的老师，他们在这上面确实在专业的职能上他们有强烈的需求跟意愿，希望政府能够尤其教育主管机关是给他们更多的教学方法、教学的素材、资料的协助，让他们可以在课堂上来做引导学生学习思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是我听到最多的。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教育部除了跟比如像跟人权博物馆啊，还有我们几个相关的一起发展支持老师们在这些议题上面的教案教材，对，那也希望透过这个国教辅导团或是高中职有学情科中心，那么能够在这上面能够适时的来协助老师。但是我相信因为这个议题确实我们还有很长要努力的空间，那也应该要有更多的资源跟支持，让老师能够在这上面获得协助我想新竹中学的这样的一个例子，也就是说他们老师需要，但是呢可能在进行的过程当中确实他们也不是用一个教条式的，就是用一种参与式的戏剧这样的方式，在老师上面可能有比较多的对议题的理解跟反思啦所以像这方面确实我们也需要让外界能够了解老师碰到的这种困境跟需求，而我们应该用更正向的理解，而不要去造成在老师心理上在面对这方面的专业职能发展还要
有受到这方面的心理的负担。对，就诚如部长您刚刚讲的，就是说转型正义教育其实就是人权教育的一环，那这是举世皆然的追求，也是普世价值的范畴，那根本无涉这个所谓的行政中立，所以反而要求学校不要教人权或者不要教转型正义，才是一个不忠于历史、不忠于社会科学事实的政治介入。所以我想促转会从2018年成立到2022解散，然后把各项业务分配到这个各部会。那台湾我们要需要有系统性的这个规划转型正义的推动也已经数年。那我想如今办理这个转型正义的教育，就是教育部很重要的一个业务之一嘛那今年的2月20号，国家的转型正义教育行动纲领也核定颁布，那距离现在也8个月了。那所以我想全国的许多学校也根据这个纲领我想不止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新竹中学，就包括我们台南的台南一中、台南女中也都非常积极的在推动转型正义的教育。我觉得有心人真的是不该这个少见多怪啊。那推动转型正义我想也不是台湾的特例，刚刚很多委员都举很多的例子。那我想19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转型正义的机构任务总结报告都陆续针对教育在转型正义工程上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不同的建议。那未来在这个转型正义的道路上，我绝对会给教育部最大的支持。那我想最后再强调一次，就我们的下一代不一定要支持哪一个特定的政党，但是一定要做个有记忆的人好，那我接下来想跟部长讨论一下本土语言的教学我想语言是人跟人沟通最重要的媒介，也是文化跟知识传承最重要的载体那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他上周有提出要复振国家语言的这个政策愿景，那纪录片的导演杨立洲也非常的肯定这样的一个政见，那他用中国打压香港广东话为例来提到说语言跟文化怎么样息息相关。那因为你要摧毁文化最快的方式就是先摧毁它的语言，那学习跟保存自己的母语相当相当的重要。那2018年底我们有通过国家语言发展法，本土语言现在纳入高中国的必修那可是这个政策推行至今我觉得有一些问题浮出台面。那不少第一现场的教学现场的老师们他们觉得他们不嘛就是师资不足，不嘛就训练时间不足，那这个政策有点好像是赶鸭子上架。所以我特别是师资的问题我举个例我们很清楚知道本土语言包含这6种那这个台湾族群这个太多元的丰富，所以不是每一种语言我们都有足够的师资，这我们应该很清楚。可是特别像客语或者是原住民语，尤其是原住民语的这个老师特别难找因为虽然有一些师资，可是这些老师不一定他会愿意去全台各地去的学校上课，那导致原本可能选原住民语的这个学生可能被迫上台语课，那这就失去让学生学习自己母语的本意那面对这种有点混乱的状态部长不晓得你怎么看。谢谢委员关心确实国家语言发展法发布时后，我们对于包含我们本土语言的学习也从过去只是在小学阶段，那能够到国中到高中成为必修的课程，其实也都是政府希望能够附赠来对于母语的保存一个决心透过法律来制定那当然其实在执行过程尤其像委员提到原住民语总共有42个语别，这也是我们在附赠过程跟原民会大家最费力的地方当然为了要保障原住民的孩子因为他也分布在很广那我因为对现场太了解了，我们也不可能把台北的老师送到嘉义送到哪里所以我们除了广泛的在培训我们这个各语别的资源的人力，但我相信也会有因为区域上的限制，所以教育部也推直播共学。直播共学就是说当比如说这个八宅语它其实真的很少很少，但是如果有老师有学生
他真的要修，我们就想希望，假如我是举例，是，我们就希望能够透过直播共学，不一定老师能够亲自到那个，但是现在远距教学，对对，但是因为我们的数位环境跟建制已经一个成熟，我们如果这种状况下，我们就聘有这种专长，而且真的是教学能力各方面都很棒的老师来做，跟现场做搭配，我想这个。可能我们会要为了要更加落实了哈，我们要突破的是可能过去那一种啊，我只要老师可能没有办法到达，可能学生就被牺牲掉了。所以直播共学确实是现在我们可以更加来强化。现在跟委员报告，我们直播共学已经扩展到3600班。哇！如果委员您台南这边啊有碰到困难的学校，让我们了解啊，我们想尽办法都不要让说想修原住民的孩子被强迫去修。他可能我就不要修，只是学校没有老师我就不能修，就一定要修本土。有这个困难的学校，让委员就不要客气，让我们知道了解，我们用最大的力量来帮忙。二委希望透过现在这一种数位教学或是补充的直播共学我希望虽然困难限制，但我们尽力来做，好不好？好，部长，最后用一点点时间来跟你谈一下导师费跟特教加级的问题哦，就是在教师待遇条例里头。加级有分三种哦，职务加级、学术研究加级跟地域加级。那其中的职务加级里面哦，有三种人，就是导师、跟特殊教育者、跟所谓的做行政工作者。可是现在做行政工作，就所谓的主管职务的加级，有跟着所谓的这个军公教调薪调整，其他都没有。哦，那我想这个部分因为时间的关系，再请部长你们再做一些检讨哈，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导师或有特殊教育的老师，他们都相对很辛苦哈，这个辛苦的这个状况也不需要我再描述，所以他们的加级我觉得也值得纳入所谓的这个调薪的范围。部长是，我当然调薪的范围，人事总处全序部大概有他的一定项范围了哈，但是对于看委员提到的，像比如特教津贴，我们很努力的包括我们有几个教师团体了哈，他们也都在反映是这种需求啊，这一部分啊。像钱教总他们对这个议题就很关注，对，那我们也在研议了啊，这个跟总处这边我们在做最后的来努力，那至于其他我们可能要全面的做一些盘点了哈，因为这个确实也会，我懂，因为光职务加级这个科目就有三种可以职务加级，可是为什么只有所谓的做行政职的才主管加主管职务才能有随着这个调薪，那这两种就没有，这个其实就也蛮奇怪的，就等于是有点忽略说好像是导师跟特殊教育者没有那么辛苦，那这个当行政职相对辛苦，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是啦，因为这个确实面那个涉及到有除了本俸跟比如像学术加级以外或工作专业加级以外，其实还有好多项，那这一项些项目啊，我想我们过去我也知道，像代理代课老师的终点费用，是我们也先经过盘点后啊，也得到行政院的支持哈。像这个可能要至于说加级范围到底要纳到什么，这个大概是人事总处它有一个整体的考量了哈。如果有一些机会，我们再跟总处反映。对对对，就这个加级。特别可以来努力的地方，我们就尽量来努力。OK， 好不好？好，谢谢部长，谢谢委员，好，谢谢主席。好，我们接下来请范云委员质询。范云委员质询结束之后，我们会休息。好，谢谢招委哦。有请我们主委，好，不当党产所有委员会主委。好，请主委。好，那个主委早安哦。我想今天哦，为什么是请你哦？就说因为刚刚有委员宣称说不当党产不是转型正义哦，所以不当党产相关议题变得是政治议题哦，所以今天很奇怪的有一个主题就是说政治进入校园哦。我想我跟招委我们大学时期哦，都是在哦，就是说反对哦。就是说党国体制进入校园，那招委跟我应该都很了解，我们当时讲的是哦，就是说特定政党哦占据学校的校产空间哦，然后排除所有其他的哦，那并不是不能讨论政治哦。当年的威权时代，教授老师都可以在上课的时候哦提到威权历史，批判威权的，没有那个民主时代哦，教师不能讨论政治议题这部分哦。那根据说这个公务员那个法规是无关的，所以我想，因为刚刚有人宣称不当党产不是转型正义，所以我有五个问题想问主委。好，那我们先厘清好了，到底你们是在做什么？那请问主委，国民党到底有多少不当党产？
国民党党产不能只光看国民党的部分，因为它有许多的附属组织。附属组织，好，那看你怎么算，加附属组织也可以。那国民党本身目前有的财产大概就是一些不动产，加上一家最大的投资公司，就是中央投资公司。加起来是多少？中央投资公司的资本额有将近200亿。那但是它实际上到底值多少钱？因为还没有，因为股权已经收归国有，估计是多少？诉讼中，可能要进去查查证。我得到的数字总值是超过1000亿，是这样吗？那个是，所以我刚刚讲嘛，国民党的党产不能只看国民党本身，还要加上它的附属组织，譬如说妇联会、救国团，还有我们认定的救总，加起来，我们目前处分要交回来的钱，我们估计会超过1000亿。超过1000亿，那请问这些不当党产还有多少正在诉讼中？绝大部分这些我们处分都还没，你们的任务都还没成功嘛？诉讼我们部分有胜诉了，但是都还没有确定的判决。对，所以合理上来讲，利益相关人还在抗拒嘛？我这样讲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但是他们有相关的诉讼的权利了。对，了解哈，但是就是说我们成立的这个目的哦，然后他这个一亿哦，就是说依照你们的进度，他还在诉讼中哈，都你们都还没有取得，所以特定利益相关人还在哈，就是说努力。那从你们成立来到现在，调查了多少党产？就调查的数目？调查的数目，我们主要就是我刚刚讲的哈，这些附属组织。那国民党的部分，我们就是把他的不动产都清查过了，好，还有他的最大的投资公司，我们把他的股权收归国有。所以你们就是目前正在调查中，大概全面性的都普查过了。我看到的是超过3000件嘛，有做调查的哈。好，那我想再请问主委哈，就是德国怎么处理不当党产？因为我看到那个德国的这个联邦处理东德独裁政权基金会有来拜访过你们，两个礼拜前才来。好，两个礼拜前，对，这是最新的新闻。他们是怎么处理不当党产？他们当时简要的告诉我，东西德统一的时候，他们有统一的条约，那么也立了法，所以当时德国就立刻成立党产会，把所有东德共产党的财产通通让党产会监管。包括他的档案全部。那他们为什么没办法诉讼，然后抗拒让他们也有诉讼？那之后都取得了。甚至有一些到现在还有，但是已经非常少。那德国党产会运作了16年。16年。那其实，在第8年的时候，这个东德共产党就跟德国党产会和解了。所以就让步了。那所谓为什么运作了16年，是因为还有一些陆续还有一些没有和解的部分的诉讼，有一些主要是又在国外发现的东德共产党的党产。所以他又在国外发现东德，所以党产会流窜。本国国外，以我了解也是有嘛，对不对？我们的了解也是有。好，那所以就说想请问你哦，在德国哈，不当党产是不是转型争议的一部分？那当然是啦哈。那他们的不当党产有没有做相关的转型争议教育？我们很简单说，从最基础的，他们把所有的档案哦，包括政府，他把从他东德共产党的档案、附属组织的档案、史塔西秘密档案、这些相关的，甚至是在东德时期的一些地下抵抗组织的档案，都有 NGO 在收藏，而且德国政府补助几乎是全额，每年给他120万的欧元啊，来保留这些档案。这些档案是要做什么？这里面当然牵涉到党产，这些档案就是提供给社会广泛的，提供给全民来教育的。当然，学术教育各种的素材，这是最基础，因为要以事实为基础。德国的，因为德国的学校几乎都是公立哦，德国的公立学校有没有做转型正义教育？那当然，我们这一次，我包括我上礼拜还去德国，我们去所有他的纪念场馆，都看到大批的青年学生。那当然，除了把学生找到这个不义遗址或者纪念馆里面去参观，甚至像这个柏林围墙哦去参观，另外还有大量的教材进了学校，在学校的教育，包括这个。联邦处理东德独裁政权基金会，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其实就是研发教材。研发教材之后，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因为德国的这个领域当然比我们大很，土地比我们大很多嘛，所以他们用电子档的方式
把这些教材传输到德国的各个学校去，好，可以及时的接收到最新的教材，这是他们做的工作。所以他们还有进一步研发教材哦。是，依我查到的资料，德国所有的公立学校强制必修课哦，强制开设有关国家社会主义和大屠杀的历史课程哦。所以从这个标准来讲哦，台湾好像还蛮不及格的哈、哦，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强迫嘛哈、哦。刚刚你讲的那个都还是教师研习哦，然后自愿哦。就是说，所以我们离德国的转型这一其实我们还要努力的，因为他们做了16年，我们做了几年？你们这个机构几年？我们这个机构有7年的，那七年了哈，进入这个大量的做教育，大概是2-3年的事情。对，好，就比起来哈，好，刚刚讲是德国哈，那再请问主委，不当党产的调查跟处理哦，那在台湾依我国家的法令，是不是转型正义的一环？党产条例的第一条最后一句话就是落实转型正义，所以很清楚。对，你讲得很清楚嘛，就像我看到法律嘛，我们第一条哈、哦，这个为什么要处理它，就是要落实转型正义嘛。那如果不相信哈、哦、法律司法院的解释，此等不当取得财产，最后也应该要回复建立政党公平竞争的环境，以落实转型正义。哦、根据我国国家的法律跟我们的独立的司法院。不当党产就是转型正义的一环哈，所以呢，刚刚有人宣称这不是哈，所以这就是误解哈。那我想我们教育部就有就是说转型正义的教育的相关的纲领哦。那我现在想讲是说目的是什么？我想分享的是威斯康星大学，这是美国的大学教授研究财产与转型正义的论文中说，当一个群体拥有不成比例的财产。继而造就社会地位、经济权力的不对等，可能促成深刻的怨恨，而破坏社会重建。因此，为了和人民和解，转型政府必须要决定如何处理过去财产被剥夺的问题。也就是说，哈，这位教授还进一步讲，因此，我认为如何推动该议题的研究与教育应该是我们值得努力的方向，因为这类财产侵害在转型正义的研究领域相当缺乏，所以再来你们的工作应该要扩展研究跟教育，而且就是因为教育没有做好，社会没有和解跟重建哦。不知道主委您同不同意这位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的看法？完全同意了。好，所以今天处理不当党产不是要造成仇恨，相反的，它是要化解仇恨怨恨，也是要造成除了公平竞争之外，最重要的是要造成社会的和解与重建。它是一个全民的议题，公民的议题，不是特定政党的议题。好，那基于这样的精神哦，那我想就是说跟主委分享一下，刚刚吴思瑶委员有拿到那个教材嘛，这个太阳党哦，就是说很强大，上面画了太阳党的哦。那其实我想要请，不管是我们主委要肯定这位哦设计教案的老师，我觉得他设计的非常好，很有创意，而且剧场的形式也很多元哦，不是要去背诵，进剧场的话大家可以多元讨论。那但是呢，我有一点小小的不满。什么不满？这个太阳党到底是哪个政党啊？就说为什么如此隐晦不敢讲呢？请问主委，我们讲要交给老师，老师交给学生太阳党，这样有历史真相吗？其实我们在设计教材的时候，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提供资讯，那我们的资讯主要来源就是档案。档案上面，所以他设计那些案例。档案上会写太阳党吗？档案上面，你们的历史真相档案上，绝大多数都写中国国民党、啊。对，所以这样不够符合历史真相啊！所以我对这位老师很肯定。可是我的小小的不满哦，就是讲太阳党哦，这样子不符合历史真相，这样太保护特定政党了，这反而造成另外一种不公平哦。我想请主委，那请问德国，我们刚讲德国公立教育学校都有教，还必修哈、哦。就是说转型正义，那他们讲到纳粹党的时候，难道是用月亮党吗？他们不会了，他们不会嘛？他们都是指名道姓。那既然德国哦不是用纳粹党，我们的教材用太阳党哦，我觉得这样太保护特定政党了哈、哦。那这点是我一点点小小的不满哈、哦。那跟主委分享哈、哦。那我的质询就到这结束，谢谢。谢谢。好，我们休息5分钟。
好，那我们开会哈。好，我们接着请郑立伟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请部长。好，请部长。赵伟豪，部长，我刚听了这么多民进党友党的这个委员的质询哈，我发现就是说，还有这个部长啊，跟主委刚刚的报告，你们都认为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棒、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任务啊，要进行转型教育。那么，请问一下部长。那是不是应该全面性的、干脆全面性的，在我们所有各级学校里头，甚至于课纲里头、课程里头，都排这个进去算了？我听完今天的质询，感觉是这样，我不知道部长的态度是什么。是，跟委员报告哦，因为人权教育是课纲重要议题之一了哦，它跟。我表示着大家整个社会也重视人权教育。对，我讲的是转型正义的这个部分。对对对，那当然，因为你们都觉得做得很不够嘛，要不要全部把它排进去我们的？尤其是这次引发争议的高等教育里头。应该说，现在在进行这些课程的老师，尤其是社会领域，像历史科的老师，确实他们也会面对教学上专业职能提升的这种需求。不，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不是，我要讲的是、这个，所以你的答案是什么？没有。这个是应该要持续来推动，但不是像委员长的说，它是一个必修课程或等等，不是这样吗？不需要全面的推动。不是不需要，我说它是要逐步的。那要怎么样推动？像现在我们像现在这样子被动的推动。不是，现在也没有被动，现在应该说要主动的推动。老师的增能这件事情，对，我们要持续的来推动。你觉得这样力道够不够？要不要再加强力道，更主动一点，让我们党产会。全国各级学校都赶快去办类似的活动，要不要？那个老师征能的需求形态样态很多了哦，族中这是样态之一。要还是不要嘛？你鼓不鼓励这样做嘛？老师征能这已经必要了、啊。奇怪啊，你为什么不回答？你这样刚刚很多民进党立委会很失望哦。不是，我跟委员报告，他不是一声令下。这一次哈、哦，其实不只是这个族中，好，而是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县都收到同样的活动的研习公文。那么这一次最主要为什么会爆发变成一个新闻争议议题，是因为我们的全教产出来发声，他们认为说这是一个不当的行政不中立，在这个时刻进入校园造成基层教师非常严重的质疑跟反弹，所以他们出来发声，认为这个是不当的。那我不知道啊，我想请教一下教育部的态度，有这么多的基层教师认为不妥，全教总出来正式的发声，认为教育部是双重标准，是行政不中立。但是刚刚教育部您跟我们的不当党产委员会的讲法都是觉得非常的天经地义啊，这是应该要做的事情啊。那所以你们会顺应老师的反弹把这个活动喊咖呢，还是像我刚刚说的顺应刚刚民进党很多委员说这个太好了，应该更积极的推动，全面的推动。请问一下，我现在不知道教育部的态度是什么啊？请问一下，教育部现在的态度是什么？因为我刚才赵委员刚才提到的，我说这个教师团体是全教产啊，不是全教总哦。他在提的是全教产啊，我是说全教产啊。对，是看到一个文字，但是他也许对这个活动深入，教育部是经过了解了哈、哦，去了解到说啊，学校办的是一个。所以您觉得全教产的反弹，基层教师的反弹应该说他误解了是为什么呢？他误解了什么？没了解，不是他没有去了解，他就可能我是从媒体他误解了什么？没了，你为什么觉得他是误解了？他是从媒体去看说啊。只要学校不是从媒体去看，不是的，是媒体去报道他们的反弹，我是刚好相反哦。我从媒体看到的内容是说，所以你都没有跟全教产他们进行任何的沟通。他只是听到这个，看到这个公文，马上就去。所以你没有必要跟他们沟通。不是，我不是你不是要跟他沟通、啊。我不知道啊，你这样听起来好像是没有沟通嘛、啊。那为什么没有沟通？因为你觉得他们根本就是误会，不需要沟通，不是误会才要沟通吗？文雅。这个时间很短的时间，然后媒体马上报道。好，那你有打算要跟他们沟通吗？那我可以跟你说明啊。请问一下，你现在的态度是什么？他误解了，当然要说明啊。所以你觉得他是误解，不需要喊他？因为他的说明里面觉得，族中跟这个党产会合作，党产会是一个什么样？我觉得他是用个别的判断哦。他是跟党产会合作没有错啊。是啊，党产会是一个。他们觉得党产会的政治色彩很鲜明。那是他觉得党产会相关的议题不适合进到高中的校园嘛？对不对？
那是他的认知啦。那是他的认知，所以不认同他们的认知。不是某一个政党的组织，他是一个依中华民国法律的依法设立的行政机关哦。谢谢部长，这个我刚刚听到。这个也许我要跟党产跟这个前教产说明，他可能不知道党产会这个组织是什么呢？他当然知道啊，你是觉得我们高中的老师，那他就不再认识法律是什么了吗？哎，他不是哪个党团的？你觉得我们的高中老师，你觉得我们的全教产他们的认知能力有这么弱吗？不是啦，他不知道。不会吧？他或许不知道。他们之所以会成为高中教师，都有一定的资格限制嘛，一定的资格考核，他才能够成为我们的高中老师啊。不然我们怎么放心把我们的高中生交给这些老师？他们的如果这些老师连基本的事实，他应该连我们的不当党产委员会是立法委员、立法院通过的正式的政府部门，这个都不知道？不会吧？这个我不知道，你要给我们的，你要给我们的这个高中老师有一点 credit 吧？不可能连这个都不知道吧？维娜，他们的专业能力我都不质疑，我是说他对这个事件是不是有误解？我只表达到这里。好，刚刚呢，我听了这个一轮哦，这么多我们这些非常优秀的、伟大的民进党的同仁的谈话哈、哦，我其实听完了之后，我是不寒而栗啦，整个心都凉了。刚刚听到的大概是有两大主张哈，第一大主张就是说这是于法有据啊，我们的不当党产委员会是正正当当经过国家立法院通过整个合法过程里头通过的一个合法的政府部门。第二个推动的也是我们中央派下来的国家转型正义行动纲领，今年行政院二月核定的。所以是推动国家所赋予的伟大重要的任务与工作，这有什么好质疑的呢？为什么不能进入校园呢？我听得好害怕哦！在我们的威权时期，甚至于在集权的国家，当时所有的政府部门单位不都是于法有据吗？不都是合法单位吗？他们推动的，你们今天想要推翻改变的这一些，不管是历史教育、政治意识形态，各种的，不都是推动国家赋予的伟大任务与工作吗？所以说法一模一样，哎，我没有看到任何的不同跟进步。第二个，一直不断无限上纲，在这里挥舞的大旗叫做转型正义，似乎这四个字搬出来，我们大家通通都要下跪，都要称赞，好。赞，但是在德国、在加拿大，尤其在德国，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大家都知道，后面还有铁幕的柏林围墙，大家也都知道，它推动了所谓的转型正义。但在台湾，第一个，这个转型正义到底是谁的正义呢？在推动的过程当中，一直不断的有非常多的争议，其中刚刚有委员提到了原住民族，最大的争议就是原住民族是其中之一。原住民族的血泪史，一开始的原汉冲突，到后来日本殖民统治几乎灭族的血泪史，在我们的转型争议是完全不碰的。到底是谁的正义呢？这种选择性的史观，这种选择性的正义，完全无助我们台湾族群的和解跟团结。刚刚一直讲，我们要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史观，听到正确两个字我都昏了。到今天，我们每天都在讲政治正确。为什么正确？因为符合当权者的思维意识形态，就叫政治正确吗？那真跟我们想要转型的威权时代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在整个推动转型正义的过程当中，充满了粗糙的政治斗争，不断地挑起内部的仇恨跟对立，对于过去真正历史的伤痕，我们真的有诚恳诚实地面对吗？我们真的有助于我们国内的团结吗？这些都是很大的问号。一直不断地拿德国的转型正义来相比，我都觉得非常汗颜。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啦。留德的学者，甚至于很多的学者，根本认为台湾所谓的转型正义
跟他们的主张核心价值是完全不同的。我感受到的是一个新的党国威权意识形态已经完整俨然的成型了。请问一下，我们过去反对的是今天教育部的角色，教育部的思维，你们到底是什么功能啊？难道跟过去戒严时期几十年前的戒严时期是一样的吗？由上而下的指导，由上而下的去灌输所谓正确的当权者的意识形态相符的思想价值体系吗？这跟我所熟悉的，我所学习的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非常的可悲。刚刚范云提到当年我在台大搞学运的时候，反对党政军进入校园，但是我们反对的是所有的党政军进入校园，不是国民党进入校园。民进党进入校园我们也反对，不是反对国民党进入校园然后让民进党进入校园，不是把国民党的党国意识形态搬出校园然后重新加上民进党的党国意识形态，那我们几十年的民主化的道路白走了，绕了这么大的一圈回到了原点。真的有在反省，真的有在讨论这件事情吗？还是在享受现在当权的这种滋味？啊，我就酸掉啊！现在民进党在执政，啊，不然你是要怎样？我不当党产要进入高中，我就是要进入高中。你不让我进入高中，你们就是反民主、反多元、反人权。哦哟，跟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不一样啊？人权教育、普世价值，谁反对啊？少来扣这种帽子。但不是混着打着人权的旗号把转型正义放进去，而这个转型正义在民进党政府的操作之下是一个狭隘的政党斗争而已。现在进入的是高中校园，大学校园也就算了，大学生是成年人了，我都觉得不需要过度保护，他们可以有自己思辨的能力。那未来呢？还要进入国中吗？从国小开始教育起吗？我跟委员报告哈，委员。所以部长，这个过去是一元由上而下啊，现在是一个多元价值。第二个，以族中为例，这个是学校自发自主，绝对不是谁去下一个。老师是觉得我要上课有需求，部长，我没有能力需要来提升。部长，我没有在跟你争执这件事情。我要知道的是，因为你没有告诉我，我要知道的是你后续的态度。你不要老是跟我讲话讲嘛。我要知，我没有跟你争执那个事情啊，我没有说是你联手不当党产硬要去族中，我有这样讲吗？我没有这样讲。我说因为族中这个事情，然后现在桃竹苗各界学校高中职普遍的收到类似的公文，引起了基层教师乃至全教产的反弹。那我想要知道主政的教育部的态度是什么？是喊卡重新检讨重新沟通，还是像刚刚很多执政党的委员鼓励的，怕什么？这么好的事情，伟大的事情，执行国家的伟大任务，勇往直前继续做，普遍的做，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态度啊，是不是？所以我想要知道您主其事者的教育部，那您的态度是什么？我还很少有看到说民主国家、多元社会的国家，国会议员在质询的是说：“哦，你看我们这么多的国家部门呐、啊，政府部门一天到晚都进入校园了、啊，有什么不好？”然后告诉我说：“这叫做民主多元。”部长，我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好了啦。那如果我的史官，如果有人的史官，有老师的史官，有学生的史官，不同于现在民进党认为的史官，如果有老师、有学生、有家长不认同党产会的转型正义呢？那他们应该要被教育吗？跟委员报告，这如果以族中为例，他就是一个跟委员刚才讲到的，他是一个参与式讨论，而且是多重思辨的研习，这个是一个常态性的概念。那刚才委员提到的，
我们现在年轻的台湾年轻一代可爱的地方，他们本来都可以表现自己的主张，所以从来不是说哪一个政党他接受哪一个，他可以表达。部长很好啊，现在就是这样啊。部长很好，听我讲，不要急，不要紧张，听我讲。好，那这样子的话，我身为一个老师、校方、家长或同学，我可不可以拒绝不当党产进入校园呢？因为虽然你们说是合法的，我没有说你违法啊，你们说转型正义转了一大堆，讲了一大堆都很好，但我不认同啊。我的观点，我的看法，我不认同，我不认同你今天执政党、执政当局、国家机器所讲的转型正义，不管他为什么不认同，可能理由有很多，我不认同。我也希望那要来跟我们讨论宣传国家的转型正义意识形态的，请你不要来。他可以拒绝吗？喂，如果我还是以族中为例，他给这个学校发文给民进的，不要再以族中为例嘛，因为我现在要知道说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引发了讨论非常好。最后，那我要知道的是你教育部的立场，他不是强迫的，从来不是强迫啊。这就是台湾现在的现状。我没有说他强迫啊，我什么时候说你强迫？没有，我跟你讲，我就是用具体。你干嘛一直答非所问呢？没有没有没有，我也没有说你强迫啊。喂，这表示着现在的状况就是，当老师他不想参加，我觉得他不认同某种，那他可以拒绝吗？他当然拒绝啦。不是，他拒绝了，他就没参加。所以不是他个人可以拒绝，把公文发到学校，但是我可以拒绝这样的活动进入校园吗？可以吗？我这个参与都是老师自主的。学校也是自主的，他表这个自主的意思，他想参加参加。所以我没有强迫你，所以你也不可以反对我进去就对了，是这个意思吗？不，因为今天这个就是全教总的态度嘛，全教总的态度就是说，我不管你说你是合法的国家单位啊，你说你有伟大的转型正义的意识形态，但我们不认为啊，我们很多基层老师都不认为，我们认为说这个有非常强烈的政党色彩，我们也不希望有任何政党色彩、政治色彩的这些活动进入到我们的校园里头，然后来公文叫我们要来合作配合，我们就是不愿意啊。啊，我问的不就是跟我第一个问题是一样的吗？啊，我可以拒绝吗？我们的校园不是多元自主吗？我们可以拒绝我们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吗？可以吗？喂啊，他就是自由参加，就没有所谓拒绝不拒绝啊。对啊，是这样啊。我不要想 No, 他是说你今天党产会出钱，跟党产会直接相关的这个题目，请你不要到我们校园来。今天这个基层老师的意思是这样啊，所以我现在很简单嘛，基层的老师不满反弹有意见，那我们今天在教友会召开今天的会议，我想要知道你们的态度是什么，因为这个个案引发了争议，对不对？那你们接下来的态度是什么嘛？自由参加就是多元选择、啊、他已经把立场讲得非常清楚了，讲不出来吗？不不不，我强迫什么？像你第一个提问，我没有说你强迫啊，我什么时候说你强迫了？ 你一开始说，你不要再一直跟我鸡同鸭讲啊！教育部会不会强制要求每个学校？我已经回答委员，所以你不会，我们的态度啊，所以不会。你不会像刚刚对啊，我从头到尾态度都一致。我要确认一下，我时间已经超过了，我确认一下。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不会像刚刚民进党的委员所鼓励的，干脆全面性的请我们所有的高中职的学校通通来办相关的活动，或办相或举办相关的课程，这个你觉得不妥？我应该我可以这样讲吗？现在老师现场有需求的，行政机关要多以支持。那人权教育这件事情，哎呦，你这样子，民进党会很失望啦。但是呢，我觉得教育部部长你也真的多元价值是台湾现在的个发展哦，民主社会，我知道大家都知道，你现在讲话的意思是教育更是如此啊。部长，你觉得我不懂是不是？我不是，你现在要搞大哟。哎，委员啊，不然你讲那个要干嘛？我只是跟委员说明，没有人指你这个啊，也没有人跟你问这个啊，然后你一直浪费大家的时间，这样不好啦。我只是觉得就是说你的压力真的很大。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绿色恐怖，啊，我也可以理解啊。如果你要继续当这个官，你大概很难说不了啦。我刚刚那个民进党立委这样子连番轰炸，你还敢说不？啊，那边做官啦，这话让你当立盖啦。但是我只是为了哪个职位去顺从什么或反对什么，太好了，这是我一向的价值。部长，我很卑微的请求，那你们至少跟全教总见面沟个通嘛，好不好？可以啊，他误解我们当然说明啊。谢谢，你就说人家误解，你不要沟通之前就一直说人家误解啦，这样子就不叫沟通了。因为教育部不会做双标的事情，这个就是误解。好，谢谢。
好，谢谢郑委员。好，我们接下来请陈敬明委员质询。谢谢主席，我想请部长。哎，部长。委员好。部长好，刚刚火花好激烈哦。我本来想说今天的议程哦，是应该要排这个合安会的这个，因为新的组织哈，有一个新的架构，然后有新主委列席哈，其实也还蛮期待的。不过今天看到这个部长来哈，这个火花很大这样子哈，这个可能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媒体的曝光了哈。那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当然也就是跟今天大家一直在讲的这个全教产哈，它对于这个新竹高中哈，要去合办这样子的一个研习会，那这个研习会其实是教师真能嘛哈，是跟学生什么都没有关系，但是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哈，所以我们招委就很紧张的这个，好像是礼拜二下班的时候才被通知说今天要抽换议题，哈，所以就变成这个您今天就出来全程来挡子弹这样子哈。那据我所知，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坊的实施方式哈，因为我自己个人也是学校的老师啦，是，所以对于这种工作坊的实施方式，这个其实在各个学校都已经是执行多年了，对不对？学校的老师有相关的一个计划，然后计划跟我们教育部申请相关的经费，那学校老师也会去找到一些的 NGO 或者是找到相关的一个团体来一起承办这样子的一个研讨会吧。那主要就是为了学校的一些老师，我们自己的一个教学成长的课程吧，这个应该很常见吧。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普遍教育的日常啦，对呀，它就是一个常态性的教师专业延展，只是这个议题因为是人权教育，所以学校这边有跟党产会来做这个合作，因为他有资源呐，因为他知道相关的师资或者是相关的教材，这个东西是因为他的专业性，所以我们找到他嘛。是，对吧？就跟那时候我们在学校推 SDG 的时候，我们也是去找 SDG 相关的一些文教基金会啊来办相关，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们当在教学上有需求的时候，我们找到专业的人来讲嘛，对不对？就讲人权教育啊这些，这个是再正常都不过的事情了，对不对？只不过因为碰触到特定政党的威权政党历史哈，所以才引起这么样子的一个反弹。那我自己个人倒是真的觉得，如果因为这样教师不敢去参加，反而影响的是学生的受教权，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人权教育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新的课纲，其实老师为了要把学生教好，其实老师是非常认真的在做这件事情。那在回过来教育部，其实教育部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行政院公告了这个行动纲领了以后，教育部在自己的辖下去负责要去检讨这个课纲融入的时候，那老师要怎么样子配合这些课纲，都有相关的计划鼓励老师来做这件事嘛，对不对？所以从头到尾行政上面没有问题。是跟委员报告哈，确实，我想人权教育这个已经是我们在整个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课纲里面的重要议题了。对啊，人权教育的范围包含很广哦，从族群、性别、性、宗教等等的，通通都有。都是啊，转型正义是整个也在人权教育的其中的一环。本来就是。那这个对于现在在任教，尤其像族中历史老师这边，他们都觉得这一方面呢、他们需要有更多专业的真能哈、所以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像委员，因为在学校也都知道，对、像老师们最不喜欢的是过往那种由上而下告诉你一个什么版本，他们就是一个工作方，一个透过戏剧参与的方式，多元的去传达相关的意见。族中这个就是我们说一个人权教育，一个常态性的教师专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研习啦。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个是老师自愿来做这件事，是不是说你只是
照着课本教本宣科这样子来念，我真的觉得这个实在是应该要大大的。现在我跟文报告，不管我们在大学，大学更不用说了，你是大学的教授，大学老师哪可能会接受你用一个标准，就是这样。现在的中小学老师也都走向专业社群，他们希望是找到对他们有帮助的议题，他不希望你是由上而下告诉他哦，你一定要怎么做。人权教育或其他包含性别等等的这一些都是大家都是这样做。哦，初中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这个其实也是增加教师的成就感、留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他们可以多元的参与表达跟讨论我想我们现在老师即使这种思辨的能力啦，我想社会各界也都可以了解得到。是。那他们对有一些议题是比较陌生，他们也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这些可以跟其他单位的合作。对对，所以像这个公务人员保训会其实好像今天回复也说，因为绝大多数的老师公务员其实都已经有上过参与行政中立相关的一个课程所以真的不用太低估我们老师的能力啦，好不好？那其实这个竹中应该也不是第一次跟党产会合办活动嘛，不是，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来，我们看2021年办的，2021年，奇怪，这个全教产怎么都没出来抗议啊？2021年的时候已经跟党产会合办这个活动啊，而且这个活动你看它是放电影，然后放完电影以后让大家来思辨，对不对？所以你理解了以后，思辨之后才会有行动啊。而这个活动，我真的觉得看起来很棒的一个活动议题，前第一夫人伊美代可能更能够带出来这个我们 related 的相关的跟我们国家的这个相关的情境可以来做讨论。那这个会后老师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思辨能力了以后就可以做讨论，而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其实在跟我们台湾的转型过程里面的德国、韩国应该也都有相关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教材嘛譬如说德国他就告诉你，面对转型正义本来就是不断的一个 update， 本来就是让大家不断的一个醒思就是教育才是让我们整体改变的一个最 fundamental 的一个手段那像这个德国他们也会带学生去看展览透过互动来做相关的一个讨论。那我们台湾在翻转历史教育上面在面对108课纲有没有面临什么样子的一个挑战，譬如说今天的这个质询好像就是一个最大的这个血淋淋的例子我们要来推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就引起轩然大波。是我想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不只是台湾都是一样，从过往比较权力集中的帝国时期、帝王时期到慢慢走向民主化，但走民主化的历程已经是一个国际的共同趋势。那这种过程台湾当然面对，当然人权教育面对的人权教育是多面向。是。那对于在整个转型过程当中这个过渡，其实在教育上应该去做的都是希望让老师孩子是理解后然后能够彼此的去尊重跟包容。我想政治当然比较敏感，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从教育的过程是应该以这样。所以比如像以竹中这个例子即使他们在作用一个参与式的这种例子，他们也都用一个比较议题为主，但不是用去特别具体指涉这个。没有啊，没有啊。我想这个就是在教育过程当中一个希望他不是去，其实这个都是大家的一个学习啦，不是去挑起仇恨或对立，只是让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要珍惜包含发展未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教育的历程我觉得非常好。本来就是在转型过程里可能会有一些的阵痛，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们就是朝正常化的国家的方向在走了。好，那所以面对历史我们其实很重要的学习就是 never again， 就是这两句话而已， never again。 但是很重要的这个党政军退出校园其实指的应该是校园内不应该为特定的政党候选人宣传，而不是宣传的这个特定的形象所以对这件事情来说，我觉得部长这边其实我们已经做到了严守行政中立，不要让政党候选人来进行宣传，但是很重要的我们刚刚讲的基本人权的核心应该要让学生持续下去，让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再回到过往的错误当中那我想我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在跟这个部长讨论这件事情部长，又是丰原高中今年7月发生的这件事情，学务主任霸凌
的这一件事情，其实他的主任教官对女学生性骚扰的事件，部长都有在处理吧？这个持续在进行中。对嘛，哈，这个明确的就是性骚扰，而且性骚扰成立哦。那台中市教育局他给他的惩处是什么？给这个主任教官的惩处？是他们处理吗？我初步了解是记过而已。记什么过？应该就记过，就应该是小过吧。只有记小过一个，对吧？好、哦、啊，但是您看看哈、哦，这个德和语记大过一次，包括未严守性别分际影响军人荣誉，这个都性骚扰成立了哦。结果居然给他一个小过。好，跟我报告哈、哦，这个只是地方政府教育局的初步撮合，是最后的决审会由教育部来处理哈、哦。对，这个部分我想在。整个处置过程当中，我们会实际的状态哈，所以我们中央还是会把关，对不对？但是他的人评会为什么会做成这样子的一个决议哈？这个是在我们教育部哦，这个军事人评会里面看到我们的人评会的组成，里里拉拉写很多哦。哦，包括这个行政主管啊、法学、性别专家里面，这些非常的多，而且写的非常的多元。但是我想要请教丰原高中，透过我办公室所知，您知道？人评会里面总共15个成员，您知道有多少人具备军职成分？哦，我提到应该是13位是吗？15人里面有13人有军职成分，这是台中市教育局。那教育部嘞？我教育我知道也比例也有一定的比例。好，我告诉您答案哈，您19人里面有12人有军职，嗯，好，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觉得他能够做出来一个公平的评核吗？特别是近五年军官不适任太除的原因，都是跟性骚扰有关呢、欸。我跟委员报告哈，那个人评会的结构组成，我们来做一个检视跟检讨了。对呀、啊哦。那对于比如像到教育部啊、因为军事相关的人员他有分层，但是到最终是由教育部这边来做最后的把关。我们教育部自己也是军职人员的比例很高啊，19人里面有12人哎，这些学长学弟里面。一定有一定的人际关系吧。委员，我想这个最后的把关我们会核实来做处理，至于说组成比例啊，我想我在整个您再检讨一下前面作为一个检视啦。好、哦、所以我是不是就是请这个教育部长这边对于我们人事评审会的设置要点、哦、能够再做一个检讨然后回报给我。更重要的就像您刚讲的，县市政府做出了建议以后，我们的中央要拿出肩膀，勿往勿重，有一个公正客观的一个裁决，好不好？好，一定好，谢谢，谢谢。接下来请张齐禄委员质询。好，谢谢招委。好，那我们有请教育部潘部长。部长。委员好，部长好，部长好，因为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还是先讲一下哈，就是关于校园行政中立哈。我很坦白说，我自己在学校也服务20多年哈，其实我一直觉得哈，就是学校哈真的不应该这些党政军啊，就包括刚才那个我们前面陈委员哈在谈到，你看，包括其实当年教官这问题，我们也处理了很久。其实说实话。也是我们自己找麻烦了、啊。我必须讲白一点哈，这种所谓行政中立，您看哈，现在您上来要被询，然后我们的官员要来解释，其实真的很困难的。因为我直说好了哈，我们其实现在台湾哈，尤其现在台湾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于史观，哦，对于有一些东西，其实争议都很强的。所以其实刚才我们招委也在质询的时候，您有一路坐过来听哦。也对啊，要是我不想要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观点的，我能不能拒绝这个活动，或者说我不去接受这个教育？所以我觉得说，其实这真的都是我自己找我们自己的麻烦。我其实我真的站在我自己也是教育这个人员哈，我必须这样讲哈。其实尤其像你看到大学，为什么我们很强调大学自主？就是讲白，就是说我们不要有特定的什么意识形态史观。好，其实当然它应该多元，这个没有问题。那但是怎么样避免那种争议啦？好，我真的是觉得说，像这个事情真的也是没事找事，结果造成争议很多。我真的是，这是比较诚心建议啦，就是说，如果我们国内对这些事情依然好，不管是在见解上，
好，史观上其实差异都很大。其实今天在课纲里面，其实我们常坦白说，这些历史到底要怎么教，怎么样才是正确的，或者是下次会不会又改朝换代，又要很麻烦。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些东西是应该是要很审慎。好，因为认真讲，我们教育第一线人员其实也很无奈啊。可能今天有补助来了，我觉得只是办个活动我就弄了，就弄下去是这个样子，就大家争议连连。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认真的。好，我只能想说教育部你要自己审慎的去想一下。那当然我们的初衷还是希望党政军是全面的，好，任何一面不管哪一个政党都一样，都不应该在里面，好，这个是全面。好，那好，那部长好，我还是抱歉，我今天还是有一个另外一个主题我比较关切哈，这个少子化这个冲击哈，部长你我们现在有148所哈，这大专院校，那我们也知道哈，部长您觉得未来我们私校会剩几所啊？其实有学界的先进说哈，你看一个学校假设只要招2000人，2000人如果乘以60是120000人，因为我们去年就生了138000人，那如果说我们138000人120000人来念大学，那了不起只有60个学校，所以未来148很惨吧，应该是极惨吧，这个问题就不用说了，我们都很知道。那直接再往下，让我节省时间。可是现在想要请教部长是一个问题，您看这里，这近十年来哈，公立学校从102到111哈，其实它人数是增加的耶，从43万变成45万呢，但私校是从90多万已经缩减到60万、68万，就是部长您看哈，这个未来一方面我们说少子化，但是公校其实不减反增呢，其实总员额上，那私校当然现在很凄惨了。所以这个意思是说，我们以后真的都不要私校了吗？部长怎么想？我跟委员报告哦，公私立学校，我想办学的品牌还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啦。哦，因为学生或家长，其实对这方面呢，对学校的办学，我想委员在大学就了解。现在我们的校务整个办理要公开的哦，这个我跟委员报告。那至于说对于这个私校的发展哦，确实。我也知道，我们这段时间呢、啊、是更强力的，国内的生源这是看得到的危机。我们了解，但也很努力的在面对国际招生啊。我也跟委员报告。但我的核心问题就是，您看啊、哦，公立还在扩增了、哦。我直接再往下，因为我时间不是很多。您看啊、哦，我们会不会说公立有这种帕金森现象啊？哦，就是它还是不断在扩增。因为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哈？您看，我们当然也举出几个重点学校嘛哈、哦。你看，其实它这些年来，它都是一直不断的还是在增加，甚至吼、哦、再往下直接往下好了，再往下一页。其实我们当然政策上我们这也算是不错的政策了，我必须说。可是也是一个事实，我还是把这个现事实说出来。你看我们成立了这些新的，比如半导体学院、AI 学院，哈、哦，这就是重点产学条例之后的嘛，哈、哦。其实事实上它也变成往内互打耶，我必须讲白一点。因为有时候学校我这边你看，比如我列出来，你看像举例而已了哈、哦，比如说成大。他本来就有电机资讯学院，那现在又多了这个，其实他们的生源或者老师其实都是有重叠性的，这个也就是所谓为什么功效是还是在扩增的一个原因哦。因为坦白说，这些重点学院也一定是这些顶大才会拿得到嘛，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会不会变成说这个私校就更严峻了？因为我本来就已经招不到生了，那现在再加上公立还在更扩增。所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是我跟委员报告哈，刚才除了谈到说，面对我们国际招生这个部分啊，现在教育部在整体上是大学共同分工合作哦，这当然包含公私立的学校啊。我想在后续啊，应该会有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机会。那对于国内啊，除了当然重点领域的部分，因为赵伟知道当时在条例里面呢、啊，是把很多相关的法律啊。规范啊，来做一个解除哈、哦。那在讨论的过程当中，认为原来私立学校的自主性就是比较高啊，包含财务预算等等、人事各方面哦。所以当时在适用对象，但是像区域产学重点培育基地产学各项的合作啊，即使公私立，尤其私立，我们都很欢迎他们继续来。是他们像不？对，但是现在他们的困境，我跟赵报告，现在我们很多的私立大学，说真话，他们在很多的领域也很顶尖哦。是啊，是啊。所以这方面呢、啊，我想教育部在整体上
对于可以来共同发展的公司力，我们会一起的来这方面的支持啦。我们这是真的是真心，因为现在就是一方面齁，大家都很严峻，但是等于说我们公立的这边让私立的更雪上加霜嘛。因为我刚才跟文报告那个分工合作的概念齁，是很重要。我们希望说有一些是公立大学扮演的角色，那有一些可能私立大学来做，尤其我们私立没关系。那个所有的政策后面的发展也会以这个为重点。对，那其实哈，私校这边也确实是需要，要不就是他要有自己的特色啦，哈，确实是这样子。要不就是说他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以这些专辅学校为例，现在能救起来的大概看起来也都是说哦，比如说有特定的企业或者集团，他们愿意去协助他们。这个是不是未来的大方向啊？那当然跟企业的合作、产学的合作哦，这个不只是资源呐、啊，我觉得是应该，这个产学之间呐、啊，过去的合作模式我觉得不是那么深入。那现在我发现几个主要的专案的方案呐、啊，对，企业这边的协助哈、哦，包含我们像扩大国际招生的这方面呐、啊，企业也会投入资源，好、哦，共同去招生。那这一个合作啊。我觉得会更深入，而且对学校也会有实质的帮助。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协助一两所，让它变成典范呐、啊。不然的话，你看这种私校这些，其实我这边也有个资料，部长也看到，这15所其实都还是很有名的，但现在也全部都没有办法，注册率这么差。哦，所以这个私校未来的这个问题哦，这个确实是了哈、哦。那我当然还要节省一下时间，还有几个问题，这个名额寄存这件事情哈、哦，那部长怎么看？因为其实说实话。虽然现在说哦，台大有这个，可是说实话，台大还好啦，他们只是十几个。其实真正的，我这边资料才显示，真正寄存名额最重要的问题都出在私校这边呐、啊。那这个私校的这个未来何去何从？我们还要让他寄吗？现在这个问题，我跟赵伟报告哦，当然整体师生源少，这个是一个事实啦。哦，那很多的学校再怎么样都不可能足额招生、嗯。当时这个寄存不是，可能外界也有点以为说好像是美化数，这个倒不是。这马上过来哈、哦，我想私校要发展，包括公校都一样，是要转型，他这个转型也要面对未来学生职涯发展的需求。你不可能说我设了这个学校，我按照我原来的师资，永远我就是用这样发展，跟社会跟产业脱节很大，这个造成对学校经营更是大的问。所以那个寄存事实上都留有让学校在思考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他还有这样的机会。我建议部长是这样，就是说这些寄存的名额，如果他又要拿来用的话，我觉得他就是必须要很明确的讲清楚，比如说他跟产业之间怎么借机，是哦等等这些，我觉得要用那个诱因。那照我这个提醒，我觉得很必要，就是说他在发展的时候，真的是有助于学校的发展嘛、啊？好，那再往下哈、哦，再往下。其实另外就是说哈。坦白说啦，我这边一直从我自己在上会期一直来一路以来，也就是在谈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真的必须哈、哦，不能只有公立学校啦，甚至公立学校自己也可能要慢慢更朝开放松绑的这个，不要都是教育部大学。好，当时我们一直在强调是公法人的这个精神的哈、哦，在公立学校这部分，那私校当然它也有它更独特的特质，因为他们才真的有效发挥大学自治跟学术自由啊，这是一个事实哈。其实真的学校其实就是不用真的教育部管这么多了哈，这就是核心概念。其实今天坦白说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教育这件事，我们回到一个根本上，其实我们的这个至圣先师啊，孔子就是私立学校老师啊，这件事我们还是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他就是办的就是私塾啊，哦，这是一个事实啊。其实教育。其实公立教育有点只是在补私人教育的不足了，然后这个教育越中性越好，越能够中立越好，也就避免像今天谈的这些问题，就部长很难解释的啦。好，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怎么样回到真的让大学自主，好，让学整个学术也是自主，好，能够独立，好，有它这个独立性，这个我是觉得是至关重要的。谢谢赵伟这个提醒哈，我想。不是朝公立化了，吼，那是公共化。公共化的概念不是要把私立通通消失掉，对，这最后反而是一个说，公共化不可以变成公立化。对对对，我想这个我一定要稍微不好意思暂停，是要补充的说明的意思，就是，希望学生当在就读，不好挤到私立学校，弱势的学生或这次像那个学费的。补差额其实是公共化的概念，我们支持公共化，让他有但是不能都变成公立化，有机会能力，绝对不是公立化、哦、我想一个国家要长期发展，那个价值一定是多元。没有，我也跟赵伟报告、哦、我自己个人的教育理念跟我想我是
以这个教育为主，绝对不会去说啊，这个让他去偏向了。哦，这个是我自己常年在教育上我的坚持，所以这些年，我想相关相一些政治的议题场合，我为什么会比较坚持？原因也就是我是教育人，不适合去为谁去啊不代表着什么。好，当然在教育政策上，我也会以这样的想法。好，部长加油，谢谢。好，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好，现在先处理临时提案。今天有委员提出临时提案一案，请宣读。鉴于国内运动联赛右传假球问题，纵观职业与业余运动业之发展，首重于建立球迷对于赛事的信任，而中华职棒六次假球对于国内职棒运动发展造成的冲击，迄今依然尚未弥平。盘点现行体育署过往针对相关防堵假球工作，仍停留在2009年职棒假球案后振兴棒球运动专案小组之防堵平台规划，未能有面向棒球以外项目之积极规划，更未完善相关职业与业余运动业之防堵机制，后者运动产业之免疫能力。原请体育署于一个月内提出更为积极之运动联赛防堵政策，如支持并推广现行之球员防堵基金制度，或参考运动彩券发行条例之条文设计，以符合比例原则之概念，针对意图染指相关赛事之不法分子进行加重处分之设计，以为我国运动产业发展之健全，并维护国人对于相关赛事之信心。提案人陈培云、联署人庄瑞雄、吴思瑶、范云、张其禄宣读完毕。好，请问提案委员有没有说明？好，请说。因为最近有这个疑似打假球的事件哦，其实我们非常期待听到教育部在这件事情上有所定调跟宣示。那这一次事件虽然还没有司法确定，可是我们看到篮协在昨天晚上已经做出处分。可是我想部长应该也认同哦，不是把这个制造问题人解决就没事了。那体育署对于相关政策工作跟很多的进展，应该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所以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积极的做法。那其实也要提醒哦，单项协会这些纪律委员会他们处分的比例原则还有救济管道，其实过去职棒曾经也发生过无辜被卷入这个事情的人，那我们都认为有需要更多细致的讨论跟政策的处理。那因为体育赛事假球牵赌的问题时有所闻，其实有很多我想部长应该也知道都不是运彩的投注标的，但是出现问题都会造成球迷失去信心，那运动产业长期来应该是体育署的事情，我们认为要有更积极的宣示跟态度，所以今天才会有这个临时提案。好，以上，谢谢。好，请问一下这个提案就 是跟主席跟委员报告，那我想对于提案委员所提的这个内容是我们本部体育署应该来着力，只是跟这个因为希望有一个比较周延的政策啦，所以我们谢谢提案委员这边能够同意我们倒数第五行本来在一个月是不是我们就修正为两个月，让体育署有一个比较充分的讨论跟研体的时间。好，可以，好，谢谢，那我们就照这个修正之后来通过。好，那接着继续进行质询，请曾明忠委员质询。谢谢赵委，请部长。部长请。委员好。部长，今天在交友会就这个主题啊，邀请来做专报告。其实还是情非得已啊！依照《教育基本法》第六条规定，教育样本中立原则，学校不得为特定政治团体从事宣传或活动。部长，民进党已经进到校园了，为什么跟这个不当党产委员会合作去开研习会？为什么，部长？跟委员报告哈，党产会它是依法设立、行政院设立的机关哦，它不属任何政党的组织啦哦，所以学校你相信吗？没有法规，不但党产其实是不当委员会啊，你晓不晓得？主委坐在那里啊，他意识形态之浓厚，你不认识他吗？对了，它是法定的机关哦，所以法定的不法机关。对了，如果依照法定的法定不当机关，它特定政党或什么这个，我想它是很明确的规范。部长，假设教育部来办，我没意见。你跟不当党产委员办，我很有意见，因为它基本上意识形态都有问题。好，部长，你的报告里面第二页里面提到，依照12年国民
基本教育课纲总共有19项议题、啊，那是重要议题，对。对，这19项议题里面有几项是有罢研习会了？你是不是只有特定这一项？没有，跟委员报告哈、哦。这个目前这些议题，因为不是在领域内了哈、哦，因为领域就是很清楚的，语文啊等等的这一些，所以相关的。我问你啊，19项里面有跟哪个学校罢研习会的？哎，委员，这些经常都在办呢。那跟只是。他这个都是校本啊，我想校本就不是由哪个政府当他们在办理的时候，那你为什么特别跟不当打讲委会合作？没有，这个族中的老师们，社会课的老师啊、他认为在教育上他有需要这方面的增能，所以他是来跟学校规划跟党产会合办。选举到了是不是？借机要动员是不是？跟委员报告、哦、这个跟选举无关，学校跟这个相关的团体在办，它是日常的活动，不是因为这一次要靠近选举突然去办的活动。以初中为例，他过去这个阶段办理相关的议题也都是常态的。教育部来办，或者跟一般公正立场公正的团体办，国民党全力支持。你跟不但党产委员办，他立场就有问题嘛。主委坐在那里，他立场就有问题嘛，他政治立场就非常有问题嘛。部长，能不能终止以后类似跟不当党产委员会办理相关的研习会？跟委员报告哈、哦，如果是跟一个什么特定政党的这个，我绝对不同意。学校如果办的，还会查办他们哈、哦。那因为党产会它是依法所设立的行政院的机关呢、欸，依法设立的。当非法机关、欸、我跟委员报告，我部长，我讲国语你听不有效，不会啦。不当党产委员会，他目的设定的目的，你把他的组织法第一条拿出来看。部长，我要求停止跟不当党产委员会做相关的研习会。部长，我过去对你很尊敬，没有，我一向都非常尊重总召哈。部长，我的要求很简单。停止跟不当党产委员会办理相关的研习活动。你要跟其他我没意见，你自己办个会赞成。另外，你这一次办的活动是11,680元，我也会请审计部查账，到底钱有没有用在大口上？部长，我要求很简单，停止跟不当党产委员会在学校办理任何研习活动。这要求合理，你答不答应？跟委员报告哈、哦，因为它是依法成立的机关，我想教育单位依法设立，但是不当的非法机关，他立场有问题嘛？你听不懂我的话？假设你来办，教育部来办，任何的团体来办，没意见，但是不当党产委员不合适办这样活动。怎么样？他是法定机关哦，就会比较难立场说一个法定的部会机关跟教育相关的议题，他就是不合适嘛。很像我那个，我先给你预告哦，你再办办看，我没有威信，我讲话算话。我本来很尊敬你，尊重你，但是再讲一次，不能再跟不但党产委员会。在学校办理任何的研习会，因为不当委员会，他真的不当委员会嘛，真的不合适嘛。部长，我这要求你务必要跟我做到，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接下来请庄敬诚委员质询。庄敬诚委员，庄敬诚委员不在，请温玉霞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我们有请部长。部长请。委员好。啊，部长好。部长，我想今天你也很辛苦了啦哈。针对这个主题哈，维持校园行政中立，杜绝政治进入校园，针对这个主题，我想在9月份的时候呢，你们也发了一个公文，好。希望学校呢行政中立，哦，要教育中立，对不对？是，这是教育部一向的立场。教育部一向的立场。好，
那我想再请问一下哈，今天你一直在为这个新竹高中在辩护，这个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还有苗栗县四个县市的高中只都收到国立新竹高中举办的这个研习活动的公文，那么公文里面是真的有这个主题的是党国体制与党产议题，这是有针对性的呢。那你刚刚一直讲说哦，这没有针对性啦，啊，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推动这个什么正当的这种教育？哎，保定，你们这样子做好像不中立耶，你自己想说要行政中立啊？啊，我过来敲门哈，这个研习活动哈，这是到底是党产会主动提出的，还是讲国教署的要求，还是新竹高中自己去揪团的？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是谁的主意？跟委员报告哈，这个是新竹中学在社会科老师的专业发展当中，他们因为涉及到人权教育的专业增能，所以他们寻求跟党产会的合作。那学校这个是一个常态性的教师专业研习的工作。如果其他题目的话，当然。所以刚刚曾委员讲了，那其他谍报，对，我要跟委员报告的是，这个题目是有针对性的，而且你看针对什么党国体制、党产，是针对哪一个党国体制、党什么什么什么？公告不呀？你就是针对国民党嘛，对不对？这是针对性的呢，安尼唔好啦，安尼对囡仔教育，我们要让他们思想正确，不要一直灌输遐有诶无诶思想啦。你都说行政中立啊，教育要中立、因为它是一个日常的教师专业研习，所以说它是跟行政中立无涉了，根本就没有关联。哦，那他报的内容里面，其实讲真话，就是一个参与式的戏剧的讨论，然后呢是多面向的去讨论这一些内容，这个也是一个。老师他们希望在教学上的一个专业的增长，所以您就是足赞成的，对啦，这东西足正当的嘛。它就是一个教师专业增能的日常的研习哈，并没有所谓由上而下去要求他们如何，而参与的老师也都是自己选择。题目那么多，教育的范围那么广啊，为什么要针对这个题目来讲？没有，所以它是在人权教育里面的增能工作。人权教育这么多啊，包括父权也是人权教育啊，还有那个什么劳工也是人权啊，这性别也是人权，转型正义也是人权的一环啊，转型正义也是啊，针对党国，我好多共鸣。如果把它解释成为它是很针对性的，当年的这种，当年哦，能够这么讲了哈，当年也是合法的啊，他们的那个动作，当年的这种做动作也都是合法的啊，也都是正确的啊。那你不能说今天就要推翻以前，那以后国民党执政是不是要推翻你们现在？没有，委员，那个只是说从过去比较我们说专制的过程到民主化的过程，这个倒不是说今天老师们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是用哪一个政党的主张了，那是整个社会国家发展的脉络啊。那所以你讲的意思是讲从过去。都让我这转型正义的这种，这个党员来介入吗？过去都有吗？没有。过去，喂，这是一个整个国家这些年的发展的历程，它并不是，只是说，确实台湾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比较威权的时代哦，任何国家也都有过。那个时候，对，任何国家都有。那个时候是正确的啊，哦。乱世用重点啊，那么什么叫威权？乱世用重点，那个是这个高炸了的啊，那个所以那个是合，这个、那个、是合可的，这个研习它是一种讨论。现在在推翻以前的啊也啊，那以后我应该是说过去因为比较专制的时代曾经发生过一些包含我们说人权受影响的这一些。应该来说是不要让它再发生。我们并不是在挑起仇恨啊，引起对立啊。我想教育不是这样的。你现在是真的是引起仇恨、引起对立的。我觉得哈，这样子做我们的下一代不好啦，这是一个理解，但不是下一代不好了。来，你老公这是架杠是今后的代志。我们请问你哦，为什么全教产、全国全教产他会反对全教产来？那么全国。全国教师，我是不知道全教产他们对这个活动的属性有没有进入参与或了解了哈？啊，只是如果说他看到一个名称就把它先设定，这反而是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的立场。
那应该来了解、啊、你的名称就是很奇怪了。不是、啊、他如果啊，所以哈、哦，我就是在讲，哎，啊，恁那拢无一个警觉性，好、哦，这这好，你来看麦啊，这这哦，某桃园市某高中校长表示，哒哒哒哒哒，这个他们不参与这种活动，这种是有政治性的活动。哦，那么桃园八的什么什么什么哈、哦，也是他们很，他们呢相当的惊讶，哦，强调校园没有政党的色彩。如果说这样的，为什么他们要强调这么多？好多好多好多，我不要给引来引来过老片啦啊！所以我就觉得哈，哎、欸，国教署，您干不警觉性工，这个提出来一定会接到，一定会接到这种反弹呐、啊，没有吗？啊，为什么要制造这样大家来对立呢？我跟委员报告、哦、这是一个学校。他自发自主，因为老师在教学上的专业增能的需求，那他也把他的办理的这个工作方能够让临近的老师如果有意愿来参加，而且是自由参加的前提之下，不是自由。他们虽然讲的是自由参加，可是呢，你只要一共的记点数，你那是有参加的人，怎么可能啊？有参加的人、欸，这个如果在危险时代可能会发生啊。然后现在就有啊，你们现在就是这样。我哪一个老师是因为没有参加被记点？我你告诉我们，我们来了解一下。嗯，好，好，我这个有具体的，因为那个是违背了现在。老师自主参加研习的态度哦、啊，然后呢，还可以记，还可以什么四小时的什么出考、啊，那是他参加有研习啦、啊，但是不是强迫每个老师参加，怎么可能？啊，我今嘛是要了解，啊，如果这老师哪不参加，啊，应该没绝对不会怎么样，啊，因所以他们可以自由参加吗？当然是自由参加，参加，而且他们那个还是学校跟学校间哦、啊，也没有政府机关、教育部、国教部去。啊，你来讲点几这几号呗？那可怜啊，学校这个老师，为哪？对，这个、在白色恐怖时代才会发生的啦，现在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现嘛，现嘛，个现在老师的自主性都很强。现嘛，现嘛，现嘛，言论自由个比较早较无红，较无主流。不可能，台湾不会倒着走。讲两句话就要。剪掉教调去问了、啊，向前教产，他对这个事情也许他还没进一步的了解，马上在媒体发表，教育部会去跟他关切，会跟他什么？绝对不会。所以我、啊、只是他误解了。没有，我们向招委说、啊，应该去跟他说明清楚。这个、以后这种活动以后你们要稍微、哎、名称，你们稍微注意一下嘛，不要针对性嘛，你是针对什么？针对什么、嗯、什么党产？陶杜啊，曾委员讲讲，哎、啊，都叫党产会来办，而、啊、且党产会都不当啊，这都、个。这都不公平的单位啊，的什么什么？没有，他是依国家法律，啊、依国家行政院成立的机关哦，他不是哪个政党的，他都是有针对性 的、啊的团体啊，他们是针对性，就是针对这个国民党啊，针对过去啊，嗯、所以我是觉得哈、哦，部长，我们要行政中立，好、哦，这个我教育一直都会坚持这个态度。九、这个、月22号的公文。你的公文讲爱行政中立、教育中立，啊，我嘛希望你做会到，讲会到，爱做会到，是啊，因为这个是一个民间教育，平常学校的教师专业，它跟中立是完全没有关联的。那个少年啊，囡仔人，哎，得改洗脑，这样子不好啦，对我们的年轻人第二代不好。人权教育去办研习，就把它解读成为政治介入校园、啊，我觉得这个有点过度了啦，啊、真的有点过度了。这个，对啊。也是因为误解了啦，所以我无误解，我是这作明显的，放伫面头前，大家目睭都在看，都唔是我家己一个在讲的呀、啊。那我讲啊，今仔日面前大家拢讲好了，啊，国民党大家拢讲无，啊是安怎有争议，这就是有争议嘛。啊，有争议的，我们是当一个教育单位，就是应该要好好去考虑。我现在是我不要跟你争什么，就教育单位要好好考虑。我知道你嘛做认真做的啦，但是哈，我嘛希望讲吼，咱的教育是延续世世代代，不是这一届啊，这两届总统换民进党，得配合民进党，后届国民党换，你是不是又配合国民党？哎，这个不是这样，教育是永永远远的，好，拜托。好，谢谢委员，谢谢，谢谢。接下来请赖慧委员咨询，赖慧委员不在，请苏巧慧委员咨询，苏巧慧委员、苏巧慧委员不在，请李德威委员咨询，李德威委员不在，请廖婉如委员咨询，廖婉如委员不在，请孔文吉委员咨询，孔文吉委员不在，请张玉美委员咨询，张玉美委员不在，请邱成远委员咨询，邱成远委员不在，请陈娇华委员咨询。谢谢主席，请部长。部长。
委员好。部长好。首先要强调行政真的要中立。是。好，我想应该还是教育更应该中立。对对。好，那接着我要请教，就是说现在在偏远偏乡的这个教育资源是不是已经有改善？因为我们知道偏远地区教育发展条例上路六年了，哈，你觉得这个评估到现在是不是已经有改善了？因为昨天我有召开记者会，就是不少的这个包括代理教师，哈，他们认为这个条例施行之后，但是这些加级啊，或者是是不是代理老师可以未来再去做正职的这个考试可以有加分？那教育部可不可以让这个制度能够让偏乡的老师能够愿意留下来，然后能够有永续的这个执行政策？是，谢谢委员关心偏乡学校的教育的问题了。我昨天 也看到您在关心这个师资的问题哈。那我也跟委员报告，确实偏乡在整个教育，包含我们说这个条例，还有包含非三非四啦，都是我们重点会去协助投入资源。但是确实长期以来，因为师资确实在偏乡啊，一直都是从以前我在台北县担任学管课长的时代到现在，我都知道这个问题一直在。是面对了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强制的法律要求老师一定都不可能流动，哦，这个对，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那昨天有提到就是加分的部分，因为现在没有修法了哈，那一些幼教的老师的代理是可以有加分的制度。那目前这个法的部分，教育部是不是可以考虑来修法？当然，这个有关偏乡师资在偏远教育发展条例里面是有一些激励的措施啦，哦，包含对于九任，希望能够有更长的时间哦，但是他不是教一年我就马上发给他。对，我知道，就是未来达不到九任的效果了。那请教育部研议来修法。这个可能要做一个研议，因为我也跟委员报告哈，去年跟今年我们其实是有很多要求，也请县市一起努力的，是把一些正式的员额能够开放出来。所以今年跟去年，中小学老师啊，大概将近有10000的正式教师，从代理老师可能变成正式教师啦。因为我总觉得这个才会真的让教学的品质啊可以得到维护。好，对，但是现在深圳在做一个研议，好不好？偏乡的部分还是有它的这个没有办法解决，地域所以这些鼓励措施真的还是要特别针对偏乡做一个检讨跟调整。这个我们持续滚动的修正，好不好？谢谢。那再来还是再跟部长这个提出哈，这个窝菌哈，那窝菌就是因为它要上市嘛哈。他上市，所以呢，在他的盈余部分，他需要有很多政策，包括就是增加他的这个营业的哈，比如说这个让教练啊，或者是让他们的工作人员去推销嘛哈。但是我们教育部所定的这个就是应记载跟不得记载的这些契约的规定，好，没有法则。我上次已经跟部长讲了，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那个陈情，还有就是被骗，还有违反这个规定。那因为教育部是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我是希望部长能够重视这个问题。好，因为我有请教，譬如说信用卡盗刷，那盗刷因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是教育部，哈，是体育署，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体育署还是没有拿出这个可以解决的办法。是，因为由政府定型化契约啦，哦，其实有相当的法律规范的效应，当然。刚才委员提醒说没有法则，这个我会请体育署再做一个检视。像那个午餐定型化契约里头有很明确的规范，也有法则哦，甚至都可以取消这个撤除这种有关这个营运的这种合作了哈，所以这部分我是不是来请体育署？好，那请部长交代，就是说这个部分的那个消费的争议，还是要教育部体育署出面来解决，好不好？因为在消保官那边，在消费者争议的部分，好，真的问题蛮多的。
委员这边，我如果有个案，我也请他们深入了。对于进行化契约，委员谈到怎么样可以未来在履约各方面哦，可以更加保护消费者的这方面，或是对业者应该要去履行的责任哦，这个我想请他们再做个解释。好，那包括检讨一下这个法则的部分。好，谢谢。好，这个我们来努力。好，谢谢主席。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游玉兰委员质询。谢谢主席，我要请行政院何佩珊何副秘书长、教育部的潘部长。部长，委员好。部长好，还有副秘好。部长，那个我看到你们在今年9月、10月都发函给大学还有县市政府啊，代转中小学，表示说明年因为1月13号是这个总统跟立委的大选，各机关学校人员于选举期间应该确实的依据教育基本法跟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要严守教育跟行政中立，这里有发这个函。我觉得很棒，不得动用行政资源支持或反对特定政党，这也是我们不颁嘛，对不对？是，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但是今天他们在问的这个就是新竹高中跟党产会合办的参与式剧场教师工作坊党国体制与党产议题及活动后座谈，为什么？请问这个是例行的每一年都办的活动吗？应该是学校他们在做老师专业增能上的常态性的研习。这个只是每个议题不一定啦，我觉得蛮悲哀的是，你才刚刚才告诉他们说要严守教育跟行政中立，不得动用行政资源支持或反对特定政党。我想这个没有什么特定政党啊。当然有啊，你为什么挑的就是这4个县市哈？一个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跟苗栗县，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一样？都是非绿营执政。哦，喂啦，你这个新竹高中，他只是把他要办这个工作坊分享给邻近的学校，这个跟政党跟色彩有什么关系？真的哈，真的是没有关系，绝对没关系。那再看看这个啦哈，再看看那刚刚那个来看那个上一页，不要掉这个。我要请教副秘书长了，因为党产会是从105年8月31日设置到现在嘛，对不对？哈，这个其实很多人都认为你就是包裹着机关的外衣，但实际的作用是在要去遂行政党的财产清算，你们所处理的所清算的政党财产，请问是哪几个政党啊？有没有什么社民党啊、民进党啊，或者是这个青年党，还是清一色的都是国民党的？这个问题我请党产会主委来回答，好吧？我请那个副秘书长，你是中理这些，你看到这些这上面，这个是在党产会的党产会你们的党国治理记忆库里面啊，这个政党真的符合了你所谓的你公平公正，然后都没有偏移吗？而且我觉得最难过的是，我刚刚特别念给你们听的是桃园，如果是去年当我们这个郑文灿先生在执政的时候，你去办那我也无所谓啦，因为你执政的嘛，或者是新竹市如果林智坚在的时候，那也无所谓。可是现在你就是要去用中华民国纳税人的钱，用我们的税金去洗老师的脑，让老师再来洗同学的脑，是不是这样子？委员，您真的是误解了。刚刚部长已经讲得很清楚，好，这个活动其实一直是我们转型正义教育。转型正义，你如果这里面出现一个叫人权的字眼，我都还认账。可是这里面很抱歉，
你们完完全全叫党产，什么党国体制什么的，他只是你所清算的，你所清算斗争的清一色都是国民党救国团的财产，不是吗？这是你们的党国治理记忆库，你们选择性的记忆，叫做转型正义啊。委员，这只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啊。这曾经是台湾历史有存在过的事实。是的，台湾的历史存在很多，你们为什么不去大肆的去张扬我们现在的护国神山？要感谢当年的李国鼎先生，感谢孙运贤先生，我们也从来没有忘记。好，那就你如果去补助这个，好好的去办的话，我们也认了哈。你就说清算课本里面都已经应该都有了，有吗？有吗？很抱歉，并没有，好不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里面，我们没有忘记他们。搞不好那个字数非常非常有限，我很希望，我很希望哈，那个教育部尤其要注意一下，这个叫不当党产条例哈，这上面所写的是充满了政治哈，为调查及处理政党附属组织及其所受托管理人不当取得之财产，但是。当我们现在包括中山大学的女生，啊，也或者清华大学的学生在那边问了说：“哎呀，那我们对于执政党所发生的不当的弊案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用教育部的立场来鼓励学生们尽量从法治面？”哈，去做思考，去做独立思考，独立的判断哈。所以这么政治目的如此的明显，你跟教育跟人权有什么关联？我觉得国教署应该要好好的检讨。然后你们，我刚刚在讲的，你们明明还发函了，我觉得这个发这个函是非常的重要的哈。这古要我们都已经要求以前国民党执政的时候，至少就知道我们政党要退出校园，政治要退出校园。我们现在居然由教育部带头来护航，然后最后，部长啊，并不是说哈，所办的所有的讲座或者是什么哦，你刚刚讲说那个，因为我刚刚也听到你回答前面的啊，那些老师都自由参加的，自愿去参加的哈，那我真的怀疑哈，教育部是不是钱太多了，还是为了核销？教育部中小学法治教育计划，居然是在世新大学法律学院办的，你至少要名实要相符嘛，对不对？这就是我刚刚在讲说，当你说。在党产会的这个活动叫做人权教育，我没有看到人权，我看到的是清算斗争。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钱太多，一定要让你们这样子来乱用哈。然后我也希望教育文化委员会能够，各位委员能够好好的再去审查一下，到底这些钱是怎么花的。谢谢。好，谢谢委员。好，今天登记质询的委员都已经发言完毕。另外有郑政前委员、杨琼英委员、黄国书委员提出书面质询。关于今天会议做如下决定：报告及询答完毕，委员所提的书面质询或相关资料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对于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的相关资料或未及答复的部分，请相关的机关尽速以书面答复。报告委员会，今天议程处理完毕，现在散会，谢谢各位。